possibly stand against me? Save it, poultry. I put a control unit in you. You can't... What? How? I definitely remember to install the... control unit. No matter. It's time to reveal. Your greatest invention ever. Exactly. I'm suiting up. Wow. Oh, it's the best fight scene ever. Oh, if only someone else could see this. Oh, the others. How do I get you out of there? How do I get you home? Wow. Well, that is convenient. Peter, let's go home. Peter!这是《星际争霸二》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动，免费游戏。梦想过率领自己的军队跨越星际去执行任务吗？那就从《星际争霸二》的单人战役模式开始吧。你可以免费畅玩《自由之翼》战役，该模式适合即时战略游戏新手。对决模式是即时战略游戏的核心玩法，从三个种族中选择一个。无畏的人类，贪婪的异虫，高贵的星灵，打造自己的大军，展现战略头脑，迈向胜利。所有的对决模式都完全免费，你通过玩游戏就可以解锁天梯的资格。合作指挥官任务，扮演星际争霸的知名角色，发挥你所选择的指挥官的特长，使用独特技能，令敌人灰飞烟灭吧。所有指挥官都可以免费升到五级，其中 Rainer、Kerrigan、Atanas 三位指挥官没有升级限制。现在是新玩家加入《星际争霸二》和老玩家回归的最佳时机，因为《星际争霸二》已经免费。我们对《星际争霸二》的崭新篇章充满期待，祝大家好运！欢迎回来，这边的话我们马上带来第二场比赛，是 Zest 对阵 Showtime。 对， Zest 对阵 Showtime 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 PVP 的对抗。嗯，这一场的话就前面我们也说了，就是 GSL 对阵 VS World 的第一场那个第一枪，其实实际上韩国对阵欧美。嗯，就看这场 Showtime 有没有机会 USA 了，也是其实来说他们天梯分数是很相近。对，但是 Zest 的 PVP 是他最强的对抗。嗯，
我们看一下 Showtime 有没有机会去挑落那个 Zest 吧。对，主要我觉得 PVP 还是看战术的选择，就前期可能就定胜负了，现在的 PVP 打的就非常快。对，就算你开到三矿你也很难补农民，是就直接就中期的一波或者前期的一波就可以决定整场比赛的走向。嗯，包括昨天就前面你说了，前面也说了，就像你打碳基也是练了很多的前期战术，就说明这两天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战术变化体系都是有一个还是没有固定下来。战术体系的话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一个三兵的 VR 单矿三兵 VR、要么就是 VS 开。嗯，就 PVP 还是对方战术，对，就没有一套固定的运营流程。对，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开局的打法。嗯，像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六使徒，但六使徒之后你的科技选择也可以想接什么就接什么，是就可以六使徒接四兵营，六使徒接 VS VR 都是可以的。对，所以PVP 的对抗还是要看前期的这些侦查跟应对，嗯，还有战术的这个选择，就有点像猜拳了。嗯，哎，话说茂神最近 PVP 的战况如何？ PVP 就那样呀，就 PVP 就可以赢很强的，也可以输给弱的，就是这样。总体胜率来说的话，总体胜率50多吧，就天梯都是50多的胜率嘛。嗯，但我觉得 PVP 还是就打三组的对抗相对来说比较均匀。我现在打虫族强一点嘛，嗯，然后就 PVP 胜率最低一点。嗯，神族实在太厉害了，神族太厉害了，茂神竟然发表如此言论。就这个 VR 三饼就现在很流行这个战术嘛，就那个棱镜就过来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闪着闪着就死了。所以现在就开矿有点困难。嗯，就如果说只守主矿的话其实是没什么压力，但是如果说想要守住二矿的话就压力倍增。对，等会看了就知道了，肯定会 Zest 肯定会用一下 VR 三兵，我觉得在翻战里面。嗯，这一套其实就是很吃操作，就看说他们能挡住这一把，挡住这一波操作吧。因为总体来说，从风格来说的话，欧美选手相对来说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个战术技巧这一块，而那个像 Zest 这样老牌的传统韩国选手的话，他们在操作压制力方面会给欧美选手带来很大的困难。对， Zest 的操作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基本上就是靠着操作强行打。是的，就是我前段时间我也是在就是在翻以前的 replay， 我看 Zest 打。嗯，这一波我觉得打不下来啊，哎，他怎么就打赢了？就是完全是在靠一个正面操作硬吃。对，所以这场 PVP 其实谁赢都不一定。嗯，因为开局实在是就决定，基本是决定了最终的胜负，尤其是当他们的天梯分数都到了惊人的6800。但我觉得这两个神族应该还是打不过马入的。嗯，像 Zest 的上一页才刚刚被马入4-0。嗯，那像欧美这边 PVT 我觉得可能就会更弱一些，是的，相比 Zest 来说会更弱一些，因为欧美那边其实没有什么人族，没有什么人族。嗯，现阶段来说没有特别强的人族可以去和那个韩国的人族选手去分庭对抗，就包括整体的操作压力、正面压力还有那个防守细节都是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嗯，就韩T还是韩T。对，韩T其实就一抓一大把都可以，就比欧美最强的人族，比 Major 强的人族就可以抓出来很多。是的，对，就可能韩国的整体来说的话，韩国的操作真的相对比较细腻。对，因为他们都是以前靠这个战队体系大量的盘数都练出来的。是的，就基本上每天都是要大量的训练这些东西。嗯，而欧美选手其实他们练习就比较随意一点。是，欧美更多的是在理解方面，包括那个战术，应该这么说，就是战术研究。对，然后他们就每天大概练习就练习个5个小时。嗯，然后就其他时间都是会想一下该怎么打。对，就这样。然后包括看比赛，包括研究 replay，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稳固巩固提高。嗯，可能比如说你发明了一个比如说两边赢的战术，那我怎么想我去研究一个 timing，
去能卡住你一辆兵不给你出门的机会，就可能他们会从各种角度来去钻研这个。其实这个游戏现在来说，就你要打了聪明，你会打要比你强行操作打要就可以更有机会取胜。对，因为你会打，你前期就可以占到一个比较大的优势，那中期的话，那你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比赛，就不需要依靠这些极限的操作什么来打，主要还是要会打。嗯，我们不知道这一场 PVP 到底会怎么样，这双方选手其实也准备了挺久的。嗯，对，其实我还是比较关心下一场鸡哥的比赛。鸡哥的比赛，鸡哥我觉得打 States 还是有机会的。嗯，毕竟是陪你练习那么多把。不是我陪他练习，不是啊。对对啊，就他准备的这些战术都是围绕着就把第三根水晶放在外面，就不让对方知道，就让对方以为你是野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就他就时而野时而不野，就让 States 可能摸不清他。嗯，我前几天 Olim 才跟 States 打，其实他的 PVP 不是很厉害，嗯，就没有像 Zest 的他们现在这样有统治力，很厉害的这个 PVP 啊。他 PVP 在韩国不算很厉害，现在，而且前段时间也刚被 Showtime 3-0 States， 是的，所以我觉得鸡哥还是有那么点机会的，有个2-3成的机会吧。你为什么给他胜率摆那么低？但没办法，人家本来就比我们要强，对不对？嗯。三成已经很多了。那 Hass 在哪场呢？ Hass 他打人族是他最弱的对抗，嗯，他打神族打虫族都很强，但他打人族是最弱，他就每天就在问打人族怎么打，打人族怎么打，所以我觉得他也有个三成嘛，嗯，3-4成，他可能有个4成。啊，对，因为他毕竟天梯可以打到6500分 ，Major 其实也就6500、6600。你天梯跟那个 Hass 交手过吗？交手过呀。嗯，战况呢？战况可能他赢的要多一点吧，他 PVP 还是很厉害的。就天梯他有的号不知道是他，嗯，就他直播那些玩的号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参考。嗯，就他平时直播都是打的分比较低的，那这个号都是打6000多出头一点。对，那他自己其实有6400、6500的号。嗯，偷偷摸摸在那边打。对，因为战术选手我觉得就你肯定不能让人家知道哪个实力嘛，你自己才能放战术。不过我还觉得哈萨也挺厉害的，就他的这些打法都是自己的，自己的理解出去打比赛就很有优势。对，关键是他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遐想空间，就是你当你面对哈萨这样的选手，你总是要猜。对啊，你有时候被他大招打到了，你就会很怕，就像上一届 WCS，嗯，就很多选手就很怕，把自己怕死了。是的，然后对手运营就慢了，就然后还是其实是在无脑投。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选手就打比赛，包括在心态方面都是有很大优势的。嗯，除非你的基本功是真的很强，强到就可以屏蔽掉像 Hass 这样的一波选手，哪怕强如 Sarah。对啊 ，Zero 其实那几盘他都是很有机会的，嗯，那修地堡的几盘都是很有机会可以赢的。那只能说 Zero 就是在应对方面可能做得更胜一筹。我那场看了，我觉得很少，其实已经 WCS 很少有人能把 Zero 逼到这种地步，只能说 Zero 太强了。好，这边好像已经进入了现场画面，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看到 Showtime 跟 Zest。两个人都好高啊。嗯， Zest 也是会8月份来天下第一人战，嗯，艰难战胜 Impact。 这个观众很酷，休坦他在 WCS 非韩国赛区的话是第3名，2600分。瓦伦西亚第4名，然后第一站是第2名。嗯。WESG 第4。他们之前我邀请他们打那个宿舍的比赛，他们也是都没有参加，都在认真的准备这个备战这个比赛。
毕竟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一下 Zest， 这边是韩国赛区第五名，4975分。那 Zest 今年是可以进到嘉年华的。嗯。哇，这个比赛还紧，好 Zest 好像有段时间没有出成绩了。他不是才拿了一个第二名吗？我除了这次第二吗？我看他的历，我看他去年他没有什么。去年他都没有进嘉年华，我看他的历史传记都可以追溯到2016年，那的确是有点惨。去年有一次是被李少淘汰了 GS2、梦断 GS2 被嘎姐跟李少合伙淘汰在网吧赛。是，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张地图的话是强酸工厂，这边这个是搬掉了红移，而 Showtime 是搬掉了16位。是，比赛马上开始。好，我们先看一下出生点位，出生在左上角蓝色的神组是 Showtime， 德国战车 Showtime。 上来精细的调农民，全部才近点矿。是的，修坦坐得很正。嗯，好直啊，坐的好。另一边出生在右下方红色的神族选手是 Zest。 Zest 是我最喜欢的神族选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很喜欢他。不是当年你最喜欢的不是大雨神吗？大雨神我没怎么喜欢过呀。因为大雨神长得就没有 Zest 的帅啊。这个你不能人身攻击别人啊。没有，这说的是事实啊。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好，双方农民相遇没什么问题，前期的话应该是都是一个两边赢开局啊。这边好像是选择单兵营吗 Zest？ 两兵都是两兵营。啊，看到了。这是在干嘛呀？藏一根水晶在这里，绕一下。哎，绕一下也 VS 去了。看来这个 Zest 有备而来啊，上来就绕了一个农民出去，肯定是要搞事情。是的。好，第三根水晶。好，粮食图没有找到，也在那里了。好，修坦姆这边是求稳的这个追猎哨兵开，是 Zest 率先放招。嗯，这个位置不太像 VS 啊，然后也不好说。好，这边现场祝福 Happy Birthday。好，直接飘粮食图。哎，干嘛呀？干嘛？啊，这其实没有必要，这一般都是会退掉。嗯，好，果然是 VC。哎，他这两个使徒不出门吗？这边是哨兵追猎 VS 啊，修他们都是比较求稳的这样的打法。是的，感觉完全不虚 ZS 啊。从这个开始上来说。这边应该是一个六十度野引的。嗯，好，他这边是比较狠，六个十度一起出门。是的，准备给你一个惊喜。这边第一个是出的先知修他们，修他们出先知的话有机会，主要看后这个前期的侦查。好，来了六个十度先知，这六十度的打法也是这次的发明的。嗯，这神族在前期拿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办法，就很硬。好，一个幻象凤凰过去看一眼家里，但是家里是没有东西的。对的，好，家里也造一个电池，没什么问题。但是有经验的神族是可以判断的出来你这个家里 VR 的进度，然后就可以判断出来你的引刀的。强飘把这个追猎围住了。嗯，
哎，飘进去了吗？哦，堵住了。强打呀，那么凶的，那么高猛吗？这现在其实就给压力啊，是的，无限给你压力。家里中了一个怎么办？你刷不刷追猎？两个引刀再刷，你这感觉很难受呀。哎，他为什么要拖呀？对啊，他有个电池其实可以。啊，完了完了完了，电池没能量了。就看这个引刀，完了，他没有防引刀。完了完了完了，这次赢了。还是没有想到，他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家里没有科技建筑，然后看二矿的进度，应该是可以判断出来。嗯，快砍掉那个水晶！好，两个水晶一砍的话，基本就没机会了。哦，开始砍皮亚。好好，后续再刷刀，那这样的话 ，Zest 的应该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对，这时候一个一把一把刀慢慢刷的话，其实就不给那是他们任何机会了。好，其中分一个引刀去单独去。这皮亚不会消不掉吧？哎，消不到了。消皮亚呀！哎，电池给皮亚加血。对。哎呀 ，OB 出来了。这感觉打下来还可以打呀，可以打可以打，但 是农民还是死了很多。嗯，这一波农民还是 Zest 要领先六个，那这样的话还是 Zest 的优势。是，但都能接受吧？我觉得，就从战局来说的话，是他们肯定是觉得自己是劣势的。对，但这边有两个先知可以再把农民杀回来。对，所以直接是选择一个合球，然后升级闪烁。好，防守这个先知，强戳吗？能不能点掉？哎呀，哎呀，这个点掉其实很关键。点掉一个农民的话，点掉了就主矿就没有压力了，就把追猎放到二矿，是的，二矿。两个使徒，一个白球在那边蹭，两个先知还是把农民给戳回来了。现在其实局面上来说是差不多，看这两个使徒能飘到什么了。是的。这边直接反打吗？直接反打那么凶吗？往里飘，给你压力。你这反打家里怎么办呀？家里不要了。对面正面是有一个电池的。嗯，而且还可以拖农民。啊，我感觉说他们要赢。哎，立场是没什么用的，这个时候最主要是看这个电池打水晶。使徒飘进去了吗？没有飘进去。嗯，那又送两个使徒，这两个电池太厉害了。完了完了，这次要挂了。这样强行送的话，这三个电池太厉害了。是的。嗯，你二矿的农民一直是补不了的。嗯，好，继续补电池。修他们这个一应对很好，就完全没有投，大局观很好。对，一个先知再切 Zest 的亡命一波了。哎 ，Zest 其实刚才砍掉第一根水晶，应该一直砍农民，他好像有点犹豫，又想砍维亚，又想砍。是的，他太想赢了吧？我觉得，那这样的话，舒塔姆应该是稳稳的守住了。关键是这时候 Zest 你开不了二矿，你开不了二矿就等同于慢性自杀。啊，这边强打把这个球点完了，其实等同于结束了。哦，有闪烁，哎，有闪烁，这一波可能有点翻盘机会吧。修泰姆刚才哦，维亚是被强行砍掉了吗？还是？对，维亚是掉了。但你维亚掉了，你闪的再好，你也闪不进四个电池里。嗯。强行通过操作在这里打，但农民已经落后十一个，这个同族内战落后十一个农民就。很夸张了。对的，好，还在补电池，这是完全不给你任何机会啊。这边在出虚空，修他们还是比较求稳的，还是出了一个虚空。如果敢打敢拼的话，就再出一个先知，这样两先知切进去，这个就疯了。对的。这边在跳，但是这其实只能跳掉电池的能量。嗯，
现在有六个电池，600块钱砸在脸上。不朽虚空，现在说他们只要把这个冰抱起来，然后等会儿配合哨兵 A 一下就可以了。看一下 Jester 会怎么选择吧。嗯。啊，这个，哎，电池是被跳的没能量了吗？好像补的速度有点慢吧。好，有不朽，这个时候有个不朽实在是太威武了。又，这次这边是强行升级提速。嗯。先是放个陷阱，哎呦，干嘛呀？强行 A 掉，还是打不掉。对，很恶心。这边再来一个不朽的话，应该要出门了。这边他还是一个。放下 VC 啊，升级一攻，他就按照正常的这个运营的流程来走。嗯，但对手马上就要出门了。出来开个三基地补兵营，他肯定要打一个修，他们要打一个提速差的这个两攻提速差。好，我们看一下，在这边想出门，但是能一个单位都没有，科技单位都没换掉，只有多一个虚空，多一个不朽。你只要在这边单位的存在，都是会给 CS 的无限大的压力啊。CS 他这边过来摸，但是三个不朽爸爸在这边，你怎么办？修他们现在不用着急的，就等这个提速好了，是的就可以了。现在就稳稳的把三基地开起来，把三基地开出来，然后稍微攒点兵往前 EA， 基本上就完事了。好，那么照一下，终于把这个限制抓了。现在追猎就可以全部出门了。是的。哎，这边说他们是有影啊 ，OB 好像是背出去了。这次的要强行要打多线了，感觉，这打正面肯定是没有什么机会。对的。好，想这边来换三 G， 但是 OB 这边全是全给看到了，你没有任何空间，给你打个差异也无所谓。哎，直接掉了一个。好，来了提速差。就看这一波 Zest 有没有机会打乱修他们的节奏了。哇，这边球都有了。说他们稳一点，三个荒都放一个地堡的话，基本就没任何机会了。现在要想翻盘的话，只能靠点 OB。这 Zest 是没有开气的，是正面要强行打这个提速差，兵迎兵的一波了。是的。这两个插绕的有点精髓啊。嗯。关键是这个三基地不让开的话很难受。哎，这个哦，还好还好，就是这一波了，来了。哎，修他们怎么把路口放了？无所谓，放可以缩就缩就行了。好，这样子这里打的话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两边操作都很好在这边。嗯， H 柱这次的操作很好，但是这次对方是有一攻的。是的，对，给你层，但是现在这个打掉回城、啊、放弃是最稳的选择。嗯、二矿有六个电池。是的。好，三矿这边已经处理完了。三基地其实给你无所谓的，因为这个两攻一好就会差很多了。是。好，所以他们现在就卡在这里，你也不可能打得进来我。我农民还是要比你多很多。嗯。再等两三轮兵，这修他们打的就真的很稳，就大局观的处理。好，这边 Zest 的这个打法就这一波比较强势。嗯，过了这个时间，他对方两攻一好，他部队就会倒得像水一样。关键没有任何科技兵种啊，你这时候在这边消耗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两攻好了，要冲了。嗯。拉一个阵型 ，OB 只要不被点掉，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好，再调整阵型 ，Zest 的是要跑吗？两个 OB 没什么问题啊。好，两攻冲一波。Zest 的感觉有可能是想要换家啊。
但现在知道正面是不可能打得过的，只能通过一个换家。好，正面追猎看着，右边藏了一波。好，来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啊，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直接退了。这找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看一下 Showtime 这波是怎么选择，是选择换家还是怎么样？好像是准备直接选择换家。那如果换家的话 ，Jester 其实有引刀。如果他还能做到点掉 OB 的时候，哦，哎，这边已经有意识去偷这个，果然去偷掉了这个 OB，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 OB。嗯。正面的引刀已经在砍了 OB 了 ，OB 过去了。其实家里可以 OB 过去，我觉得说他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在家里面造 OB 了。嗯，他们是回城了。回城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明智啊。回城，现在部队还是修他们要领先很多，质量也要高很多。对，现在修他们不停的踩 OB 还是可以。虽然 Zed 的这波选择非常的好，但是修他们也经验很丰富啊，他不只只有一个 OB。我 Zed 的前面二矿农民没有偷走，可能是一个失误，也不能叫失误吧，我就是可能会减少自己剩的。可能性吧，因为现在从自己的农民数量要少很多，这个阵型来说的话 ，Zest 要高很多，但是部队作战能力来说的话 ，Showtime 要强很多。这边其实他们是可以考虑强冲的，因为你的战斗兵种强。但是这个阵型也很关键，这次拉好冲他就不，他也没有必要去冲。是。人口还是领先三十。对。这个还在这边消耗，这个他也没办法。他刚才那个其实已经打得很好了。好，冲了，冲了，冲了！两面包过来，点掉了 OB， 似乎是，但是后面还有两个 OB。哎，这白球太多了，兄弟们。嗯。两攻的白球，你闪的再好都没有用啊 ！GG。恭喜一下，兄弟们，1-0。第一盘来说的话，这个 Zest 的引刀的战术其实可以砍到更多东西，他好像有一些犹豫，导致前期还是没有直接打死球探。对的，这个其实他就有个引刀一直在砍那个水晶，砍完那水晶又想砍维亚。嗯，其实如果那两个引刀就砍完第一个水晶直接砍农民的话，会杀很多。是的，或者说你三个引刀直接就去砍那个维亚。嗯。Zest 很生气，感觉自己没打好。这些都是一瞬间的东西，也不能怪他。就是一瞬间的判断，就其实决定了这位选手的一个综合实力。没有，你打比赛有时候犯浑也是很正常。嗯，能理解。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地图。第二张地图是惠龙岛。嗯，也是一张平地的地图，跟强酸共岛是一样的。是的，但这张地图相对要更近一点。其实应该这么说，这张地图更不太适合野建筑，很容易被找到。野建筑什么地图都还是可以野的，只要你想野。好，第二张地图是惠龙岛，出现在地图右下角，蓝色神族就是来自德国的神族修坦。但1-0暂时领先啊。如果他今天能赢，也是为欧美选手开一个好头。是。啊，首先在地图左上角红色的神族就是 Zest。嗯。王者归来。好，看一下这场比赛。都是选择一个两兵探路，这边修探姆探路总是要早那么一点，就让我感觉修探姆的这第一盘的开局，还有他探路的时间，就让我感觉他很有自信打这个 PVP。嗯，就不管你怎么打，好像他都很有自信的样子。好，这一盘的话还是一个常规开局啊。
探路过来，一般神族内战探路过来都是看一下你水晶的情况，嗯，了解一下有没有三水晶，然后干扰一下你的金矿。前期都是一个两兵开，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打法，只有在逐梦之地啊，黑暗避难所还有十六位会有不同的开局。是，我下赛季地图也会把这些地图全部移除了。下赛季是移除，惠龙岛十六位，黑暗避难所还有红衣，就把奇怪的地图都被移除了。嗯，这张地图惠龙岛是因为太久远了。下赛季的蒙特利尔也是会用新地图。好，这边互相干扰一下。这边 ZS 是选择了两使徒啊，修他们选择是两追猎。嗯。哦 ，ZS 的三兵营了，是不是要三兵营 VR 了？好，我们看一下两个使徒。好，果然是三兵营 VR。嗯。哎呦，没有打到这个农民。是的，差一下。这个战术就是我说的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战术，就出一个冷静在你脸上无限闪烁。看修他们怎么防，修他们这边也是三兵营，对，但是他没有选择科技建筑啊，好，也是三兵营一样，这个战术就很厉害。那两边同时用的话，就要看一下这个应对的。对的，好，如果你能发现对面跟你是一样的开局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在家防守出不朽，然后切一个冷静到对方。哎，这边是他们绕了四个追猎，能不能绕到？哎、但是正好四加二，四加二，对不起，打扰了。哎，他点那么，放几个追猎点那么。好，看看 ZZ 有没有意识了。嗯，先刷三个追猎，从家里面走。这边也刷三个追猎，九个追猎。好，这个作战。能力上来说啊，肯定是修他们要优势一点，因为他出的都是追猎，对面有两个使徒，但是他被先打了一轮。是的，但是追猎，追猎来了。哎，集火好像没有做得很好，但是还是打过了。对的，这作战资能力来说还是要强很多。为什么不敢打呢？这不是应该追着打吗？点掉，哎呦，没有点掉。嗯，但这一波大家都知道，对方都是一个三兵的打。是的。那么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应对，看是到底是谁攻谁。好，双方后续的选择是出不朽还是继续出冷静啊？果然都是出不朽，都是求稳了。啊，是他们这边很稳，家里面选择是变了两个哨兵。好，接着的出一个不朽，还是要出冷静去闪别人。这次的先开矿，嗯，互相抓一下对手一根水晶，镜像位置。哎，修他们出两个不朽是什么意思啊？不准备开矿了？难道准备打一波？打一波的话，对面也有冷静可以闪出来。是啊，这个没有机会。对手如果再加点石，感觉他只是求稳了一点。嗯。有点过稳了，知道对手都是三兵营的情况下，其实你在门口造个电池防守也要比造第二个不朽的效果要好很多。上都是从维亚三兵营啊进下开局变成一个开矿，嗯，但是你开矿就这个战术，你开矿你也不一定可以是很投，因为对面就随时可以接一个冷静打过来。嗯，好了 ，ZS 的先出手 ，ZS 家里还是下一个 VC 的，后续可能会选择一个攻速使徒。嗯，哎，这是要去劫吗？难道？哎，换一下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那劫不到了。是的。哎，哎，这边操作没什么问题。好，果然是选择一个攻速使徒的一波。嗯，这攻速使徒在 PVP 里也很厉害，主要是使徒相对来说要硬很多，
你如果说神族没有进行一个暴兵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以兵力的优势给打死。这边两边都是一个冷静不朽 VRBC 的开局啊，就感觉Showtime什么都要慢一点，他有点求稳。嗯，但农民数量上来说，感觉 ZS 的落后啊。我不知道是他运营的问题还是怎么，可能是前期是他们是一直没有停农民，而 ZS 这边是停农民的，所以说导致双方的选手的科技差距是有点大。哎，这边Showtime反而还是过来，还骚扰到了 ZS 的。嗯，好，侦察到你是攻速使徒了，自己也是攻速使徒。对的。好，家里默默补农民。从农民数量来说的话，现在是他们是领先的特别的多啊。但 Zest 这边已经要选择前压了，我不管了。是他们这边并补了很多啊，有没有意识去再补两个剑石？好，已经在补了。这 Zest 并不是两筐农民补满的使徒一波，这是速度来的还是很快，有四个不朽这一波。嗯，但剑石数量其实特别很多啊。嗯，他打这个岩石干嘛？对面又没有守这个路口。嗯，求稳吧。哎呦，这两个不朽尴尬了。好了，我感觉这次的很危险。是，来到二比零。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有没有分口，上面有没有立场？立场分口分的还可以吧？强飘吗？强飘，这一波是有机会的。冷静把不朽接进来，接进来，这四个不朽接进来，秒他不朽。这边没有再打不朽来了，后面有个电池起来了。农民修他们的棱镜可以回城回来了，再不回来死了。冰刷的不多啊，我觉得。哎，这个不修他们的棱镜呢？哎，是他们是他们这个农民是把自己的不朽给卡在里面了吗？哎呦，哎呀，那这个还是抓到了这个 timing 啊，感觉。对。好，这是的。跟农民数量一样，那三个不朽打一个不朽还是赢了。是的，就感觉这个 ZS 的还是二基地啊，还是这个 VC 都要放得快一些。嗯，这盘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前面。对，可能是就修他们没有敢运营。应该这么说，修他们这边运营了，但是然后发现的时候其实有点晚，然后自己两个不朽其实应该早一点回家，那边留两个使徒你在那边打一下回城回来其实就 OK 了。还是有点贪吧。嗯，我觉得就从前期到中期最后所以他们没有敢运营。嗯，就运营这个打一波的科技速度来说 Zest 要快一些。是的，然后 Zest 也抓住了那个 timing 点吧。对，但修他们那个冷静切的还是很好的。嗯，他可能没有能量第一时间回城，有可能，毕竟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加速嘛，他很有可能把那个能量花到了 VR 上面。我们看一下第三张地图，失而复得。失而复得是张很容易修地堡的地图。嗯，这张地图就要看双方的进攻的架势了。从前两盘来看的话 ，Zest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主动的，打得更具有侵略性。啊，Showtime这边相对打的防守姿态更多一点。鸡哥在这张地图打 Zest 很有可能就去修地堡了。嗯。好，看一下这张地图他们会不会选择修地堡。好，这边先看一下出生点位。哎，这个这次的已经去了呀。好，我们先看一下出生点位吧。出生在左下方蓝色的神族是 Showtime。 这次的农民已经去了。嗯，而另一边出生在右上方红色的神族，这边图谋不轨的就是 Zest。 好， BF 直接拍下去。就这个怎么防？我一般都是兵营然后到路口去探一下，就然后拖农民强防。嗯，好，看一下已经有意识去防了。好了，直接劈在这里，没有机会的。哦，这是个杰斯的没有机会的呀，这个来的太早了呀，这个农民就正常的人都会判断你这个农民啊来的时间早，他就 BF 直接取消了吗？嗯，不是，因为你农民来一个时间早，嗯，他拖一个农民下去他也不会亏的。嗯，哎呦，分个气矿还可以，
但这 BY 的进度啊还是差了很多。放弃了，这个开局来说 Qtime 已经是一个优势了。是的，好，开局方面的话科技优势其实领先的特别多，这边赛赛只能被迫放赌口开了。现在的话对于射探唯一的一个隐患就是对手在外面是有两个农民，一个农民在他自己家里面，还有一个农民不知所踪，主要抓住这两个农民的话其实就可以了。射探们过去侦查一下，对面是把口堵住的。嗯， BY 落后整整一个身位，就看一下 Z 的，其实这种局面就已经是打不了了，我觉得、嗯、还好在他封了一个气矿。是的，让对手的科技兵种可能会更慢一点。哎哎，偷矿，看来这边是要野些野什么野先知吗？应该是野先知的。嗯，这肯定是野先知。野 VS 打这个偷矿 VR。所以他们下面好像有个在一直找啊，嗯，因为他也要防一下对面会不会野他先。对的，这时候其实很简单，你抓住了对手的两，一共就三两个农民。哎，穿矿操作很快，嗯，过来看到你没有科技，懂了，你还没有二矿，这怎么都懂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 Zs 的野的是什么。嗯 ，VC 是不可能去野的，那只有可能是 VR 跟 VS 的。有可能也你引刀的呀，也引刀的话，那前面你这门口是突破不进去的，一个地堡就能守住了，这机会不大嘛。从，哎，这是的，这个小细节还可以啊。哎，他把自己口堵住了，就出不去了。嗯，完了，说他们被骗了，但还要一直找，你怎么不开矿呀？是啊。所以他们感觉又把自己稳进去了，但这个局势还不好说，要看这个先知戳到多少东西。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知进来，哎，戳不到什么，哎，什么失误，一通操作，还好没送，只能说一通操作差点零杠一。哎哎，shift 他感觉不对了，这个他肯定觉得不对了，你这个时候肯定是得有东西 的，嗯，这还可以啊。好了，现在开矿了，但只出了三个，没能量。好，直接又来了，那不朽带一个冷静闪过来闪你。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反戳一波农民，主矿好像没有啊，有一个电子，但是你两个先生你就必须留兵在家里啊。那这么、嗯、这样的话正面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威力。是吗？是的。嗯，好，我们看，因为其实大不了修他们把这个放掉就可以了，但是似乎是想抢手二矿，抢手也可以啊，你这人家还没到兵比你多那么多，那这个立场放得有点好。嗯，上来先吃你追了一叉，先知回来，你这面刷不了几个兵啊，两个兵。这次的现在在重开自己的二基地，现在两个先知可以出门了，我觉得可以出个凤凰回来把这个抓了。嗯，这边就看是他们有没有意识去做这个凤凰。好，我们看一下主矿这边骚扰冷静想切入这一波，有一个不朽还是给到修他们很大的压力啊，你到底是但修他们兵很多。 对，而且还有个电池在旁边。好，没什么机会，三先知切家了。好，看一下这三个先知，哦，有四个追猎，四个追猎强杀，我死一个没关系。好，四个五个六个，这边二矿再来一波，七个。那这一盘的话修他们已经赢了。嗯，农民数量方面的话 Zest 这边是落后了12个，部队作战人口的话这边也是在落后的，而且说他们现在是没有一个
压力，关键是没有压力。好，再飘两个使徒出去，家里是正常的转一个 VRBF， 对，还是转成提速差，攻防提速差白球。嗯，好，看一下二矿这边反切，看这一波能不能给一点压力，但是还是没打到什么。凤凰回来了，但是出了一个凤凰的。对，这个时候有一个凤凰就很难受。有一个凤凰就没有办法继续骚扰我了。对。这面两个先知还在继续找机会，冷静回城。哎。感觉这 Zest 的又放了个 BC， 又要打攻速使徒一波了。嗯。这攻速水就一波是萨娜最喜欢用的，胜率很高。又再来抽一波，哎呦天哪，农民领先十二个，好抓到，终于把这个 VS 抓掉了。是的，看到这个火气就很大。嗯，杀我农民。造了基地只能慢慢补农民。喂，抓到掩护撤退，掩护得很及时啊。我这边很稳，这边他看到你只有这个离析了，那 Zest 他的判断应该是对方也打到攻速使徒一波，所以他在做这个电池加地堡。嗯，但是 Zest 这边其实是转型并加那个是提速。好，这一边兵营还是两边都是一个攻这个提速差白球的打法，但是 JS 的农民落后，攻防落后。嗯，他其实是有 BF 的，但他没有给那个 BF 恢复供电。嗯，可能忘了吧。两个使徒没有任何机会， JS 的追猎因为前期受制于对手的先知，所以说出了有点多啊，感觉待会儿在打正面的能力方面，对正面会差很多，特别是这个攻防。现在修坦姆其实已经可以顶出去开三基地了。是的。好，这次的还在继续的刷，应该要进攻了。对，嗯，要打一个没有攻防的提速杀白球一波。好，我们看一下这修坦姆怎么防。这一波只要阵型不是太差都不可能打得下来，主要是前面照到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很好守啊。两个使徒再切进来，还好有个电池在这里。好，看拉好阵型，是他们这边有防守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能不能再照一把啊？这个全照怎么打，这随便你冲啊。这个你立场，电池两个地堡他都敢冲的。是的。好，那这样的话这一波打完之后的话应该是说他们稳稳的拿下比赛，这攻防差距实在太大了。欧美军这么强呀。嗯，这面 CSS 其实小操作非常不错了，但是说他们这边也是有操作的，这边在疯狂接自己的球啊，但是这个球好像操作好，不朽已经在点对手了，不朽了。那这面其实我感觉没有这两个电池跟地堡还不一定。对，这个 Zest 的操作确实要比修坦姆要好一点，明显要强上不少。但无奈这个修坦姆攻防领先，攻防领先。对，而且防守这一波修坦姆兵不要在外面啊，在外面有点危险的。嗯。好，过来看到了，看到了就没有关系。那这边反馈全部给偷到。在外面强刷，但是你有视野的，人家都看着你在这边刷。是的，根本不担心啊。这面抽这个路口不明智吧？另一边想换三基地，那 Zest 的这个三基地始终就蠢蠢欲动，想要开起来。好，三基地不给你空间，这盘也没办法，前面就。去修别人地堡，妄图把别人修掉。
对，亏太多了。好，这边先知过来再戳一波。这个 Showtime 还是始终都不忘记这里有个偷的矿。对的，这就根本不给你不犯错。所以他现在又很无奈。看一下这两个不朽能不能点掉两根水晶，这边想强追。哎，白家过来摸农民，直接回城。嗯，快跑！哎，回了个人进过来。强摸人进。啊！差一点点就把这个人进摸了。嗯，好，这次这边。三攻都在升了，这次他还没有升级攻防，农民也补不起来，三基地就关键部队人口差了那么多，太多了，这个不差怎么办？这一波差简直要了亲命啊！追上你个，追上你，就你关键你的白球数量太少了，只有一个。现在虽然三个，但是正面收他们已经接近了，这一波差怎么解决？差已经围着白球在 A 了，奇迹，二比一，嗯，收他们感觉。很强啊，能6800的神族当然很强了。就他们这边的话是暂时2-1领先的那个，但是这盘其实是这次自己修地堡就开局就把自己修死了。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说他们就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就他打的就没有错，嗯，就打的都是对的东西，不犯错。然后 Cesta 如果选择一个进攻的打法，只要说他们第一波能扛住，那基本上就后面就没什么压力。然后包括在兵种转型、科技转型，包括那个两个地堡、两个 BB 服，就怎么说呢？两个地堡跟两个电池，其实造的时间点都是相对来说卡的非常不错的，不给你任何机会。对，修他们欧美选手就理解好嘛，理解好就你打什么打法，我就应对的不错，应对的不错，那我就优势。嗯，同族那张优势就很难被翻盘，很难输。对，前面这个修一个地堡就直接把自己修死了。嗯，我觉得换我来打的话也不会输。真的呀？是的呀，我知道的呀。就这个修地堡真的是可惜有点二，可惜没机会。鸡哥等会还是有机会赢。鸡哥代表我们中国的神族。对呀，鸡哥还是很厉害的。嗯。话说前两场比赛看了，就是这三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鸡哥如果说发挥好一点，其实也是很有机会去挑弱 stats 的。对啊， PVP 这个对抗就看谁前期占优嘛，占了优就很难被翻盘，因为大家兵都是一样的。嗯，不过我觉得这一盘明显感觉到就是双方的实力其实真的是在伯仲之间，很难说就是说有那个韩国明显要强于欧美，或者包括就是欧美现在就感觉明显感觉到欧美现在选手进步的很夸张，正面操作无论就正面操作可能小细节方面稍微差韩国选手一点点，就你想他们就普通的选手，嗯，像法虫啊这些，嗯 ，Sotof 就到韩国都是可以打到6300、6400的，嗯，那6400这个分段就差不多是韩国除了顶级选手的这些选手，就二线选手的分段。就他们的二线选手跟韩国的二线选手其实是差不多的，嗯，那他们现在顶级选手也追赶上了韩国的顶级选手，对的，所以就大家其实水平你很接近了，嗯，啊，比去年要接近很多，去年其实都有点一边倒的感觉，嗯，就去年应该这么说，就是大概有一两个欧美选手可以在韩国选手面前挣扎挣扎，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倒了，那今年的话明显感觉到就是完全不一样。就说无论是战场上面五五开最后的战绩战果也是很接近，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蛮看好是他们这一盘有机会去把 Cesta 给挑落。对，还有他有两个赛点嘛，很有机会的。嗯，不过欧美的那个神组他们也都很喜欢 Cesta。 嗯，就他们就经常会看 Cesta States 他们直播的，你知道吗？嗯，就一起讨论然后一起看比赛，关键是比赛其实就是看发挥嘛。好，这边第四场比赛的话我看一下现场，就他们欧美选手就觉得，嗯，欧美的神族选手就觉得 Zero 要比任何的韩国虫子都要强。嗯，
整体实力，我其实也觉得 Sera 现在有一点突破了普通虫族的境界了，就看他这次的发挥了。嗯，这次好像战队赛也是他跟马入选人这样，不是像就欧美打韩国呀，嗯，就是选人来打。是，好，我们看一下第四场比赛。第四张比赛是黑暗避难所、嗯、战术地图。这张地图有的绳子还会选择裸双、嗯、如果你第一点没有探到的话，那你就很被动了。是的。好，我们马上进入到游戏画面。黑暗避难所出生在左上方蓝色的神族，就是来自德国的 Showtime。手握两个赛点，这盘非常有机会。如果他好好准备的话，这张地图看看他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而现在地图右上方红色的城主就是 Zest。我感觉 Zest 他有点太轻敌了，但修地堡这个战术，其实我觉得这个赛季都已经快结束了，这张地图失而复得，在天梯上就非常多的神族喜欢修地堡。是的，就大家细节其实都很好，这种战术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嗯，啊，这边看侦查的运气来说的话，是他们这边有点差，第一时间没有侦查到对手，应该是他们最后一点侦查到了。嗯。嗯，反观 Zest 的根本就不侦查，对，高下立盘，反正侦查不到，高下立盘。好，这边他也探错了。嗯，每一个神族都是，因为他直接去中间了，但都去中间也侦查不到啊。他去中间是不是想野东西啊？嗯，他应该是直接探推点吗？他不会是想要直接野 VS 吧？直接探对点是什么鬼？好，我们看一下 Zest 第一个是造了一个追了一个哨兵，是打了一个很常规的打法。好，修坦姆这边是一个两使徒开局。Zest 把三水晶点在家里边，一般来说三水晶都会点在下面，他这个选择可能要藏一些东西。哎呦，这个修他们农民藏到这里了，这个 Zest 应该是不可能想得到的。嗯，这边修他们是要选择一个六十图的 VS， 而这边 Zest 要选择一个 VR 的这个先 VR 的进攻。我觉得这 VS 打 VR， 如果他出的是先知道，哎呀完了。好，奇看一下，这个两个使徒进来就不用打了呀，还看到你 VR 了，这肯定出先知了。恭喜修坦，这盘应该是很难输了，主要他才侦查到了科技啊，不然他还不一定会出这个先知、嗯、说不定他就出凤凰了，再留两个使徒出去。这边这次被迫冷静闪一波。哎，嗯，哎呦，这个农民给他绕进去了。那看到这个先知的话还可以，又来了，不会又失误了吧？我的天哪，这次他今天在干嘛呀？嗯，感觉失误有点多啊。三个完了，农民抢出农民，所以他们操作还不够狠，嗯，还是比较求稳的。是的，杀了六个，现在农民领先六个。好，两千只再来戳一波，那这就只能看 Zest 现在只能把命运赌在这个棱镜上面了。对的，棱镜看能不能刷两个使徒进去反穿。嗯，哨兵没敢出，还是比较求稳。
这个关键是这个也没有必要去戳了，现在你的农民市场已经很少了。刚才其实 Showtime 这农民藏在这里，他是想打这个 VS 三 B 级一波，但是被 ZS 的溜了一个农民进来。对，就看 ZS 这两个使徒能不能打回来。但是这边已经开始在出凤凰了。这个 Showtime 刚才还是有一瞬间的这个战术有点犹豫。哦，这边已经家里已经看到了，导致自己的运营有点慢。好，这还是可以打一些回来，那还有的打。哎呦，这凤凰只能回城啦、这个！有没有回城？好像没有，应该是全部加速到农民上面去了。三个先知强来了，强盗进村，强盗来了，四个，还好。那农民还是领先五个，这同族内战领先五个其实已经很夸张了。是的，尤其是神族内战。这如果是刹那的话，肯定现在就接一个攻速使徒一波。嗯。就麦老爷现在玩神族，我教你，如果你优势、嗯，你就接一个攻速使徒一波，就稳赢。这事就死了。就稳赢、嗯。那如果你的劣势，就出个攻速使徒平一枪，就是攻速使徒一不小心就可以把别人打死，就造个 VR， 然后马上造个 VC， 嗯，然后出一个不朽，出个冷静，补到八兵就飘过去，二矿就不要开启，反正就怎么打怎么赢。对，就很容易可以赢。看两个使徒，哎呀，又来、哦、农民，又来几个，没有农民了，这次的。强戳哨兵啊！哎，好像有个闪电。这边 CC 应该是要强补兵营了。他这个又要这个强行打了。嗯。没有攻防的一波了。没有办法，自己现在劣势太大。他怎么每盘都可以把自己打成这样啊？这好像。他感觉今天状态太差，这种。神族内战被溜两个使徒基本上就不用玩了。嗯，啊，他今天连续最后一盘连续两次被溜出现失误，秀他们很稳了，农民已经补满了。对的，45个农民打38个农民，现在兵营也补起来，整个科技线也一直在补。就从这个 PVP 就让我感觉秀他们他这个就很有自信去跟韩国人去打、嗯、打运营的打法，完全不虚。这感觉跟前面几盘又差不多了，没有攻防的这个强行爆一波，然后修泰姆有攻防的稳稳的守住、嗯、还有一个先知没有死，这挂在后面都很烦。是好，这边继续用幻象凤凰侦察，嗯，切一个冷静两不朽出去，装的不朽还是白球啊？可能是两个白球。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要打一波双线了。是的，就看这一波双线能不能打到。这一波的话，只要修他们守住，那就是一个优势。是，一攻已经升级完毕了。但现在从人口方面的话，好像 Sister 已经追上来不少了。两个白球，多线进加 OB。家里刷一排，这个处理起来有点麻烦了。是的，哎，刚才有个凤凰，怎么不见？哎，正面啊，正面有两个地堡，没什么问题。但是卡的位置卡的非常不错啊。强行戳，修他们这边还是有一些乱的。对的，修他们主矿这边其实处理的不是很好。二矿这边就看这一波了，能不能守住？哎，冷静已经点掉了，那守住，那守住，很危险了。嗯。作战部队一样，大家多你一攻。哎，这个白球，这面还有两个地堡，两个电池，你怎么冲嘛？这崩掉了，这你没有办法，他硬攻劣势太大了，是的，只能强冲了。好，那这样的话，主力部队一汇合，那基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好，能不能点掉那个？哎、能不能点掉冷静？没有点掉冷静，但是也无所谓。下面的白球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感觉 Zest 应该是离打出击不远了。那 Zest 的。要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韩国选手。是的，被欧美选手淘汰的韩国选手、嗯、这就是王者归来吗？
所以他们这边又出了一个凤凰，那你这个冷静也没有什么作为了。哎，反应很快。嗯。现在修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傻爆就可以了，是的，等两攻一好，甚至可以不等两攻好了，找一个好的阵型就可以打了、嗯、啊，蜂王一直看着你，你投不投我，对，根本就没有机会了。好、啊、阵型拉好，就 PVP 这种局面就很尴尬，你只能通过这个冷静过去切别人家里啊，是的，如果人家防了，那你切不到，那就没有什么翻盘的点。嗯，慢性自杀。好，这边是在想强冲吗？好的好的，他感觉他想勾对手，他没有办法，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就很无奈，这种 PVP 劣势、嗯、哇，这个冷静是根本搞来搞去搞不到。我说他们其实这个防守细节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就真的是 Zs 的绞尽脑汁，感觉他从因为他前面被投了一次就知道你可能还会投一次，那第一次其实他没有防得很好，嗯，就标准的圣斗士选手。好了，只能又来换家了，这个对，这次的又来换家了、嗯、就看这一盘换家能不能换到点东西。又是用引刀塔来换家，感觉这次打成了一个 Hus 的感觉了、嗯、哎呦，冷静还被他玩死了。是的，好，换家，换家了。求他们要跟他换吗？这其实封一波差直接跟你，我这时候封一波差就行了，兑换一个二基地其实也可以。对、啊、好，白吃两个球。哦，查比亚不会没有 OB 吧？一个、哦、OB, 就一个有 OB 有 OB 有 OB。 但是这边你有人口吗？基基、哦、那这样的话恭喜一下 Showtime 成为第一个淘汰韩国人的欧美选手啊，3-1。感觉好，感觉整场比赛打下来，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就感觉这次他发挥了，就是今天这次整体状态是感觉特别的差，然后整体的进攻节奏方面来说的话，应该说让 Showtime 一一给算到了。 Showtime 基本上从第一盘打到第四盘没什么压力，输的那一盘其实也不能说，也就属于正常的，就是神族内战正常的波动吧。就 Zeta 的这个战术的选择还有状态就不是特别好，对，所以就导致每一盘前期就打着打着就已经亏得没法打了。嗯，就 Zeta 本身打法就是一些需要侵略性的。好，我们先看一下上半赛区的比分。 Maru 这边是3-2战胜了书本， Showtime 这边3-1战胜了 Zeta。 然后他们 Maru 跟 Showtime 晋级到下一轮，他们将在8-4的比赛当中相遇。然后下半赛区的话，我们是马上要带来的是鸡哥对阵 Stats， 然后 Special 对阵 Has。 这好，这两场其实都属于国手的。嗯，鸡哥还是很有机会的、嗯、是的，就看鸡哥能不能挑落 Stats 吧，然后去跟会师 Special 或者 Has 都可以。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进入一段广告，马上稍后带来鸡哥的比赛。 When Lordaeron fell to the Scourge, few were affected more than the Knights of the Silver Hand. After their disbandment, many retreated to an ancient monastery in the hills of Tirisfal and formed the Scarlet Crusade, swearing to eradicate the undead and all who would aid them.As High Inquisitor, Sally Whitemane leads the Crusade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menace of undeath, purifying its corruption wherever it takes root. Whitemane is an aggressive ranged support that bolsters healing to her allies by damaging her enemies. Whitemane's trait, Zeal, allows her to provide healing for her allies.Teammates that are healed by her abilities receive the Zeal buff.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llies with Zeal will heal for a large percentage of damage that the Inquisitor dishes out. Desperate Plea is Whitemane's first ability.
When used, she heals an ally for a small amount and infuses them with zeal. The ability has almost no cooldown. However, White Mane is inflicted with desperation each time she uses it. Desperation stacks up to 3 times and will greatly increase the mana cost of Desperate Plea. White Mane's W ability, Inquisition, provides consistent damage and, in return, consistent healing by way of zeal. When cast, White Mane channels a beam that damages and slows enemy heroes, allowing allies to secure a pick on enemies that are in retreat. Her E ability, Searing Lash, is White Mane's main source of damage. Searing Lash damages all enemies in a line and will strike a second time if an enemy hero is hit. Due to its short cooldown, it can be used to poke enemy heroes and delay objective captures. White Mane's first heroic, Scarlet Aegis, calls upon the light to grant zeal, armor, and a heal to all nearby allies. This can be used in a pinch to mitigate incoming AoE damage and help provide a window for extra team healing through zeal. White Mane's second heroic ability is Divine Reckoning. After a slight delay, she unleashes Holy Wrath upon all enemies in a large area and deals continuous damage for a short time. Due to the ability size, Divine Reckoning is a great way to quickly heal teammates with zeal and provide a burst of damage that will give your allies the edge in a team fight. White Mane's effectiveness as a healer comes from her ability to deal damage to enemy heroes. Remember to utilize the zeal buff on your allies in team fights in order to maximize your healing potential. White Mane's level 1 talent, Clemency, grants her the option to cast Inquisition on her teammates for a more direct heal. Due to desperation, mastering White Mane requires proper management of your mana while healing multiple targets. Thankfully, she has several talents at level 4 that help to mitigate this. Unwavering Faith reduces the cost of Desperate Plea and provides a shield at maximum desperation. High Inquisitor removes desperation and restores mana when Inquisition is used, and Indulgence returns mana when heroes are hit by Searing Lash. When playing against White Mane, keep in mind that she does not have a practical escape. Dive the backline and put pressure on her in order to take her out of action or force a retreat that leaves her teammates vulnerable. In addition to the slow on her W ability, White Mane has other options for disrupting enemy movement. At level 13, Harsh Discipline roots enemy heroes that are damaged by Searing Lash while Inquisition is active on them. At level 20, Judgment Day causes all enemy heroes hit by Divine Reckoning to be pulled to the center, making it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escape their trial by fire. High Inquisitor White Mane has come to purify the nexus of its corruption. Will you stand in her way or arise as her new champion? The light has spoken.魔兽世界永不落幕的世界，史诗故事即将翻开新的篇章。随身集合时，魔兽世界官方出品移动端助手新增史诗钥匙功能，查看地下城的战绩与数据，孰强孰弱，一览无遗。 同服同阵营，聊天畅通无阻，实时关注好友在线状态、装备等级，通过移动端与游戏内好友及时聊，玩转掌上公会，寻找附近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畅游艾泽拉斯吧。
软杆。对割伤炸伤或肢体残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未经许可擅闯实验室者将被拖出去爆炸五分钟，快来报名吧。生生不息的仇恨，一再破裂的盟约，我们为分享这世界付出了太多，已经忘了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强大。密集队形，整体推进。洛丹伦是我们的，陛下，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必须团结一致，为了联盟。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比赛就是我们的鸡哥要登场了啊！嗯，对，这次 JSL 对阵这个世界明星的一个挑战赛，嗯，也是第二年进行的。去年我记得好像只有卡拉佐尔在比赛。去年是一个相当于是个战队赛形式，也打了个赛，啊、也打了个赛，最后卫星4-0是赢掉了全太阳。但是个赛的时候发现，好像飞翔选手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特别是打战队赛的时候，其实打波一也没有，只有卡拉佐尔赢了全太阳，而且全太阳自己浪死的，其他的选手包括像 Sero 啊、嗯、包括像这样选手都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但今年好像一下开了一个好头， Showtime 上来就差距也小了，主要是对对对， Showtime 上来就是3-1开门红，对，飞韩打韩国开门红，现上来3-1，但也没什么好说。Showtime 韩服6800分，打出这个实力也是很正常的。Zest 的打飞韩又不是第一次丢人了，但 PVP 很少丢人呐。那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对，著名神族内奸，鸡哥对八本，嗯，这个比赛凶多吉少。哎呀，要抱点希望的呀，对不啦？好歹现在鸡哥也是我们中国的希望。对，这次鸡哥也是那个替补 Time 过去的，嗯。因为之前是好像第一时间是联系的是 Time， 然后那段时间小孩子不是心灰意冷嘛，就号称退役是吧，号称退役，然后就不去了，然后因为顺下来排第二个就是吉哥，对，然后吉哥就去了，然后想了想还想去，然后现在已经定好了不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是啊，想得美，只能当观众了。对，好，这边我们来看蓝色的神族，就是八本啊，出现在了左下角的10点钟的位置，哦，8点钟的位置，左上角10点钟位置的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选手碳基。哎呀，这个五星红旗，出现在了左上角的10点钟的位置。这场比赛，鸡哥据茂神所说，嗯，练了大招，真的，赛前跟茂神练的，这什么打法嘛？放大招呀、啊！不，我知道大招呀、哎，就什么大招嘛。哎呀，一个就大招最高机密了，就是，就反正就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了。对呀、啊，就秘密武器了。不是，我就没问，我想懒得问，反正看一会儿就知道了。PVP 我问了半天，无非就是什么放引刀，对吧？演 VS 啊，4-1。那万一使出一招你没见过，什么金蛇缠？不可能，金蛇缠粘手这种。我还无敌风火轮呢好来了啊，果然是有大招啊，金蛇缠粘手走起来，不是 金蛇缠丝手吗？不是缠粘手，是缠粘手吗？对的、啊、你那么有文化，那肯定的，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都是文盲？我也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叫藏玉组合。哎呀，一样的，差不多，我受过高等教育的好不好？你有多高啊？比你们高就可以了，我不希望，我只要比下有余，我不要比上不足呀。不就本科吗？对啊，那又怎么样，你不服吗？我也是本科呀，孙一峰也是本科啊。但我看着比你们有文化呀。我就没看出你哪点看出比我们有文化了大家都是本科好不好？刚才在下面是看到了中国的水友啊，中国水友可能应该还是挺多的。嗯，他们那个比赛就 GSL 的那个场地，一军烈一哨兵，而家里面外 V 外面藏了个 VC 吧，还是家里面放的 VC？ 哎，他外面那个水晶野的好像还没放东西啊，可能要野引刀。又没看到这个水晶，找不到，可能要野引刀。但是八本好像你有这个预感啊，对，他觉得有点不对，先出去看一眼。不，我就想问吧，本科归本科，但大哥不是本科呀、啊？大哥是本科呀、啊，他这个本科是买的吧？你管他买的干嘛的？只要是本科就行了，是吧？对，还是本科呀、啊，初中直接读本科。这不丢我们本科的脸？初中直接读本科？你管他干嘛？
反正就最后他拿到本科毕业证的，你有什么好讲的？那你不觉得丢人吗？有什么丢人的？我觉得很丢人啊。那有什么好丢人的？双载龙这种东西，你不觉得很丢人？哎呀，不用丢人的。最后大家进去的时候还是看学历的。大哥还是上市公司高管的，你当过上市公司高管吗？啊、你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小编。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啊，对不对？就纯靠忽悠了。好了，一波来了啊！换了一个假先知过去瞧一下。这边是碳基先下了二矿，把本是几兵啊？两兵。碳基好像闪烁一波啊，听觉得。哨兵稍微操作一下，但把本这一波压制凶了。哎呦，又来四个队列，这个二矿不能守啊。开门，但感觉守不住。他少了一轮兵，他开门慢了一轮。强行要守，这守不住的呀，等 Blink 吧。哎呦，又被打掉，打掉两个，这怎么办？一万二，很亏啊，这没有立场。好了，冷静也来了。完，你这个没用啊，我有闪烁也没意义了。对，八分就是单矿的一个多兵压制，三边冷静一波。其实刚才探机看到那么多追的时候，第一时间退掉兵，他退掉基地，他是可以的。没看到后面又续上来似的，八本好像故意藏了一下。不是，他看到了，他才往上追。我觉得在临场判断上面还是出了点问题。对，现在对探机来说就特别难打。没用，你这个追猎永远比他少。关键是别人无限可以闪。哎呦，被秀了。打不死呀，其实。不是打不死的问题，是打不到。你打出去的时候他就输了。让我想到当年 Moon 的那个飞艇啊。好了，托龙林但没有强点能进，自己追猎要死光还没点掉，我的天哪！我不问那个飞艇操作的，我跟这个还是差距。也是啊，他那个弹道要稍微再太慢，对，太慢了 Moon。好的，这样上来把本一个单矿一波，先拿一下一分。就是韩国选手比你强的时候，他们就打得非常的凶。对。基哥如果还是以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以稳为主的打法，是很难，我觉得很难拿下八分的，就还是要放大招了。你必须要打得比他还要拼，因为对方比你强，然后对方还拼你，就跟他拼容错了，你就跟他拼呀，你就赌你要打破他的临界点。看探机第二把怎么调整，因为八分上来这个战术选择就非常的凶悍。对。第二场地图十六位啊，这张图要稍微好一点。先六位这张地图至少防守上没什么太多问题。嗯，哎，先定个小目标，吉哥先赢一盘。对，但好不习惯啊，在官方地图。那你要怎么样嘛？不是，看到飞机飞过去，不好意思感谢。啊，你就感谢谁谁谁。没好意思，感谢你知道吗？在官方解说台上不好意思感谢你知道吗？因为他转播的那个频道太多了。好，这边我们来看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把本啊，冲在了左下角的八点钟的位置。好，非常淡定。右边叫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鸡哥探吉。这张图尺寸要比刚才那个大一点，而且是有一个内双，相对来说防守会稍微好一点。对，我是觉得这场比赛对探机来说就很重要了。嗯，如果零杠二的话多半就是零杠三。好，组合不让你看。对，如果零杠三的话，我觉得明年的全明星赛的话也很难会让那个要去忽悠啊！你跟他说我们中国有那么多观众，没用啊，对不对？几十万观众，所以特别给了你一个名额。对，明年继续用这招呀！啊，继续用这招呀！不是，他会给你一个名额的。哎，那就行了呀。不是，那你说明年恐怕我说我本来想的是那个还有个投票嘛，不是？啊，对不对？啊，他最后都不给你投，他因为知道我们观众多，一投就进去了。叫法人去啊！啊，法人一句话没有用，凭什么？啊，凭什么他然后贴个零杠三贴在这边这很尴尬你知道吗？哎，也是，如果你能赢一些比赛那其实就很容易拿到很多，就没有国际地位了。现在对，你现在弱嘛，弱怎么办嘛？也是打出风采啊，搞个三比二什么的也是回事啊。哎，先赢一盘，先不要想那么多。哎，是，对吧？先赢一盘再说，先把气势找出来。我们的小目标就是先赢一盘。
因为毕竟把本还是要比极客要强很多。极客应该是这次全明星赛里面应该算比较弱的选手。对，就从天地分数来看吧，我们都飞韩过去的都是变态，什么 Showtime、Zero 这种。对对对，我们从天地分数来看的话，其实也看得出来 ，Showtime 6800，Zero 不说了 ，Zero 肯定6900以上的选手了。嗯，对。然后嘎姐6800，逆补6800，梅姐至少也是个6600、6700，现在状态再差也是这个。对。卡拉朱尔再怎么打也6400、6500。不管怎么样，人家梅姐有成绩啊。对，6400、6500，鸡哥拼死拼活打到6300，包括连 Hass。也打得过6600，对吧？鸡哥是打到6300就上不去了，所以从分数上来说其实是有差距的。对，就不要说韩国这帮选手了，韩国你随便拉一个出来也是6800以上，对吧？你拉个李洛克都6700，所以鸡哥要抱着拼的心态去打，你千万不能说你像国内打比赛啊，我稳着运营给你打套路，因为这个你不可能打得过的。他们硬实力比你强，肯定是不会虚你的。对。都是出凤凰，独口出凤凰。人家问 Time 没进啊，是因为 Time 是就之前这个名额没参加，然后探机是替补过去的，也不叫替补吧，就当时找了他们嘛，然后就顺延了。对，顺延的。嗯，因为 Time 是中国赛区 WCS 积分最高的选手，所以第一时间肯定是联系的他。嗯，然后联系完了之后的话，然后鸡哥因为是新进的这个。GPU 的冠军，所以第二时间就选择了鸡哥过去。对，这个也是有说法的，我也是听 Time 说的，因为之前我问他嘛，我说你怎么没去这个全明星赛，他说当时不想打就没去，然后现在很后悔，就曾经年少不懂事了。啊，换到两个 S， 这一把还拼凤凰。现在大家对这个 VS 的理解还是就不急着去提这个攻防啊，先优先凤凰的数量。这把就是大家都拼运营的，对。那按道理来说，应该是鸡哥最熟悉的一个节奏了。这个是要。有个人肯定要先转地面。为什么鸡哥这三四期这么晚啊？打的还是有点保守，感觉。哎，他三四期晚了好多啊。哎，没事，你在家里面憋，先过来他肯定是吃亏的。他第二个 S 也慢了呀。你在家里面等着呀，那怎么办嘛？能出去吗？看到凤凰了，至少知道对方是什么科技，对吧？我就在家里面憋了，不出门了。好。这个把本凭着数量先出来控图，数一下，2、4、6，那自己心里面有个底啊，要不要去打？好，准备拼一枪了。好，抓抓抓抓，但没秒掉第一下。对，有点亏。一换一吧，好像是一换一。把本这个缩的非常好啊。哎呦，好，还行，打了两个。还可以。大家互相交了一下手，都有点虚，算了。鸡哥这波交战，我觉得还是不落下风的。对，还行。差一点呢，刚才如果这两个没补掉，就血亏。对。其实这种补有点看运气的，你也不知道打到哪个上面。万一点的准呢？他。不可能叠成那样，你跟我说点得准，他叠成一个了，你告诉我你怎么点得到红血的，看都看不清楚。是啊，而且这种叠成一个的时候，你大家互相对 A 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输赢。哎呀，就不要想那么多了，两手一摊跟拼飞龙是一样的，飞龙拼飞龙200人口，你万一你稍微动一下还少了一轮输出，还输了。没错，就应该这样。哦，不，但这个不会，凤凰不会，凤凰是自动输出，你再怎么动他都会输出的。啊，也是啊，凤凰不一样，你就要尽量的拒。那不一样，你别瞎拉扯啊，拉扯你拉到射程之外还不是一样少一个，对吧？就反正随缘。射程之外别人也打不到你啊，一样的，大家同样的品种。凤凰这个品种你随便怎么动都可以。那就是随缘了，就看谁叠的好了。就叠成一个，对吧？最好是叠成一个。我记得很早以前你的那个。围巾也能叠成一个的吗？最早
维京那个包哥发明的自由之翼时期，嗯，当时后来维京改掉了，之前维京可以叠成一个点，那很早之前，对啊，那个，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维京多厉害呀，啊，叠成一个点过来全得死，射程又远，那我一个方棍你是不是爆炸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叠虫子，谁会神经病叠虫子吧，那个时候叠神族好不好，嗯，对，那叠神族比如说那个什么巨象过来的时候还没见面就已经死了一个，包哥还是挺喜欢钻研这些东西的。对，我觉得现在选手很少有选手喜欢就搞这些小东西了。对，包哥当年我印象最深，他那个基地飞起来然后打那个航母小飞机，哎，对，压小飞机，对，那个也是利用 bug 来，这真的是鬼才你知道吗？对，我觉得包哥是第一个把星际争霸从这个就是把我们带入微观世界的选手，就是通过很小的一些小的细节占便宜，就说白了，你看他的比赛胜利，对，你看他打，你会发现，我靠，这个游戏还能这么玩。对，这是包哥最，对，就是最大的贡献。就为什么他地位这么高？不，他也是因为他第一个出成绩，有这个关系嘛？对，但是他也主要是有创造力，就告诉你电子竞技游戏的魅力。哎，鸡哥，哎呀，被打掉一个，这个追击有点烦了。我总感觉数量上把点要多一点啊，18-21，完了少三个。好，反击，鸡哥的凤凰还没有射程啊，他这个打的是冒的是蓝光，哎，人家是紫光呀，输了。好了，打不过，差太多了，还是运营上有差距，我觉得。不，主要是那下没注意。你如果真正聚成一团，把本未必赶上。对，好了，这个不记得，这个就是一个2-0。这遭中了，这怎么办？算了，最后一把放个大招，打出点风采吧。印象算的，对啊，就好歹出个手嘛。这差距有点大了呀，讲真的差距。但我觉得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说是稍微不注意一下就打成这样吧。不，6300把本，我少说也有6900了。嗯，这还硬实力有差距了，这档次上差距了。一般天梯来说的话是500分一个差距，对，500分一个档次。你要想6300，你到6800，基本上你就是赢不了了。嗯，把本我觉得他要好好打，他肯定不止6300。我觉得他们这个级别到他们这个水平，我告诉你，分数已经没有意义了，含服无法含量。对，当然你说如果你能保持，比如说你像去年的肉哥能够保持到7200，嗯啊，那肯定是这个。你在天地上基本上就不输了，说明对，那肯定是有冠军相的选手的。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到他们这个高度打比赛，就不是看，就不只是看硬实力，看准备了，对，看准备了。因为其实，在天地上他们搜到只能搜这几个人，对，你搜来搜去就这几个最厉害的。好，这边蓝色的神族选手是来自韩国的把本，是出在了右下角的4点钟的位置 ，States。左上角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七哥探机，把本现在手握3个赛季，我们还是挺希望探机能赢一场的。虽然实力有差距啊，探机从账面上来说是赢不了，但是还个手嘛，打出点风采啊。对，这个手都没还，被上去被人一顿暴踹，那也没什么意思啊。当真去韩国旅游了？不是，他主要他的风格还是他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把本。嗯，就所有的那个数据缩一圈就是他。嗯，你想从所有的风格上，说白了就旭东打姚明嘛，就对啊，你就对啊，那不就别人高你很多头，不是高我很多头，是所有的数据都比你大一圈。嗯，无论从投篮运球各种数据大你一圈。嗯，你说如果你有点比如说你像李培南过来，他可能在有一个，嗯，比如说爆发力上面，嗯，哎，可能跟把本中是持平的。嗯，他如果是打到他的长处了，那也许还能还个手，对，还能拼一枪。但如果你这个圈跟大家都一样的，然后他比你大一圈就难受了。好了，拼一枪了。对，没错的，拼一枪是对的。对，我觉得这一点我其实挺佩服 IA 的。就他有时候出去打比赛，他很会设计一些打法，就是说针对别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把他最擅长的一点能打出来，就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对，你一定要打出来。但 IA 也有问题，他也是比较求稳的选手。嗯，对，就 IA 后面学会 rush 了，最早的时候他也不 rush。对，
就有时候你水平有差距情况下一定要打，打得很拼。嗯，你想想不赖，你说真的水平很高吗？也未必很高。他这个硬实力，但是他头就写的一个拼字，嗯，对对吧？也经常拼进八强，也没什么好讲的。你说的也没错啊。对，你看哈斯过来打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的风格，嗯，大家都吃不透。嗯，他把他自己的擅长的东西打出来了，哎，别人也进 WCS 决赛。对，也有道理的。好了，拼一枪了，野 VS。就基哥的大招，我觉得防的都不够大，就不够狠嘛，就还是有厚度，就很常，不是，是很常规的大招。嗯。哎呀，找到了 ，Stacy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对啊，就进来看一眼，基本上就大概知道你是什么开局，我就该怎么守，就不够大。他的大招，嗯，他可能觉得野 VS 还是不够拼嘛。是这样的，野 VS 已经是在他心目当中的，嗯，就是我在国内打比赛基本上是不可能野 VS 的，野 VS 已经放下我的身段了。然后突然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够大嘛，这个大招。嗯，好了，版本野影。你是引刀了，看不到，不会让你看引刀的呀，他没想到会放在这个位置。那怎么办嘛？现在关键基哥还不知道对手在干嘛，他还看到 VC 的吗？咏春拳过分了，这个我感觉怎么打都是死呀。他待会儿 blink 在脸上，哦，看到了，看到还好，会取消吗？还在等，探机在等你，看你取消不取消。不取消，干嘛要取消吗？就相当于一个合威是吧？哎，不要打掉了，我不取消啊，我放那里，你防不防吗？取消了呀，切，哎，说明你跟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他能想的一样，那你就不是现在这个实力了。不是，说明爸爸也是个求稳的男人。你反正都看到了，那我反正我运营比你好，也对不对？我就稳着打就完了。我觉得爸爸现在就打了两盘下来，觉得就对手我稳一点呀，对吧？我稳一点，对吧？我也不跟你搞事了，我就只要爆兵就好了。两个先知过来，再用四个追猎跳啊！我跟你说，不，你不注意就要跳掉一个，没什么机会啊。版本现在优势就在于他的兵比你厚。嗯。哎呦，这个。哎，滴水不漏。但讲真，我觉得丘坦姆真的练出来了。丘坦姆他主要是这一年以来没出什么成绩。对，感觉好像不咋地啊。对啊，他。那一年去年上半年还是有点凶的，有段时间有点凶，对，有段时间基本上欧洲神皇，对啊，但后来因为 Cero 就最近一年嘛，腿了一年，就 Cero 横空出世之后，嗯，然后他感觉把他打腿了，然后就谁都敢可以干他了。对，十二个追猎打五个追猎，我的天，还带跳，哎呀，电池都没有正面，关键还带跳的，机器了，走远了，这个电池也没放，他现在好像哎。就照着看，但基哥不求再出，他不急啊，他所有运营都是领先的，他急什么？嗯，先把你这个打的求个稳，免得你在家里面什么续三个先知，对，我来打你的时候你把我农民戳了。因为法本很清楚的知道现在他的科技是就兵力上是完遥遥领先的。嗯，准备要上了，还是过去先瞟一下你，不让你三开，操作一下就随便上去跳一跳就好了。一个不朽其实有 blink 的情况下是不怕的，好，利用一下视野。基哥这一波部队压出来啊，这个站位还是没问题的，好，这样也能掩护自己三开了。现在两边农民数量是一样的，然后部队人口的话，把本要多好多啊。还好，要多七个，多七个，你扣掉一个先知，对吧？嗯。扣掉一个先知，多九个，
差不多十个人口左右多。然后上面我们看建造列表的话，其实什么攻防呀、科技啊这些好像差不多，对，差不多。就看把本这波跳，但感觉打不到东西啊。就点哨兵吧，点个哨兵走。就这被占点便宜。嗯。鸡哥从这个时间点上来，哎呦，这边被抓，哎，反应慢了。他也没想到对方会从这里过来，但实际上你刚才他往后跳的时候，你应该有这个意识的。对。但就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鸡哥还是平稳运营的，跟这个版本看起来，嗯，好像差距不大。哎呀，还是有希望。我告诉你，万一一波交战打赢了，真的呀、啊，你要比赛还没结束，你凭什么不对鸡哥抱以希望呢？我跟你说，绝对不可能，把本打到这个局面，不可能输了。我不信，真的不可能输了，你相信我，因为把本的比赛经验太丰富了。他也是人，好不好？就是他比赛经验太丰富了。把本也有失误的时候呀。失误那是受迫性失误、啊。现在他完全知道应该怎么拿下比赛，他就打这个两攻 timing。嗯。他点一下你的兵，一攻都还没好呢，慌什么？我就打你两攻 timing， 你拿什么手？已经进入到一个傻刷兵滚雪球的阶段了。把本首先多你一轮兵，这个你想都不用想，对不对？对，多你一轮兵，然后攻防也有优势。攻防大概有个二十秒的 timing。嗯。没机会了，大家不要想太多了。这个能进过来，但部队点这个水晶，这个哟，正好刷了一轮兵哎，还可以啊。把本刚才正好刷了一轮兵，好，点水晶，点水晶，什么都不要关，点水晶，点水晶，哎呀，大停电，指挥回城，把本指挥回城，点水晶，下面水晶点了，他没操作，他正面压力有点大，把本这边 A 了，把本不管了，他部队数量，把本明显要多很多啊，从这个地方抹过来，他就有点想不到，完了，他不在你电池这里打，哎呦，这个难受啊，而且叉子全在后面，白球摸不到，这个阵型还可以，我跟你说。先点不朽，点不朽，现在鸡哥后续其实是有优势的，他只要把下面那根水晶打了就好了，但是他没有，他操作不过来了，这个时候他正面压力很大，他如果第一时间把水晶打了，把本是刷不出兵的，然后他守住就赢了。探机现在需要再来一轮兵，二矿农民已经死光了，但还是需要，还是这一波正面要得打赢啊，没用了，你没白球了，站不住的，大家不朽都一样多的，对面这个时候就不是激烈了，还是有输出的。好，两个这个不朽带过来姗姗来迟，回城回来守，家里已经爆炸了呀。把本只是刚才亏的只是一轮兵而已，而这边哎呦，这个可以，这一波吃的可以，把本有点冲动了。但二矿已经被农民已经死光了呀，39个农民打48个农民没卡住，哎呀，上面还有几波农民，拉走吧农民。这边又来了，完了完了，不给机会。鸡哥已经没钱了，刷不出兵了。其实他如果把那根水晶打掉，我真的觉得有那么点机会。对，就你就那么点兵了嘛，说白了，有那么点机会。但把本思路就很清楚，你既然投了两个不朽到我家里面，你肯定这面是没兵的。对。这个比赛如果是换刚才休泰姆打，或者是换鸡哥来打的话，可能就会回城，回城可能就拖出来了。那把本的整个判断是非常的到位的。这也是把本的一个强项，他这么强就是因为首先他的一个抗压，其次就是他的就整个局势把控的非常的好。33农民打48农民，反正这波挡住也没什么意义了，挡住你除非是一个完爆。把本刚才都有点失误了，这波追猎如果不送的话，主要是探机现在只有33个农民，他刷不了兵了，刷不了兵了，可以回城了。这波把本刚才没有损失经济，他只是少了一波产能而已。对，对他来说整个经济已经不成正比了。对，结束了。而且刚才把本很清楚，他没有从正面打，他绕了一个地方直接避开了你的电池。还是鸡哥没有 shift， 就正面压力一大，对，这个操作就已经乱了。我估计也是刚就当时没视野，他不知道那边只有一个水晶供电，也有这个可能。不，主要是投下去，他点完之后的话，就已经正面已经来了，他就只能去操作正面了。哎，这个位置可能吉哥也没想到，他没想到把本会从那边打。对，就他有点慌，就还预警没做好。对，要调阵型啊这些东西。
几个还想做最后的一个坚持。哎呦，这面但是感觉兵还是少很多啊。白球多，但是没插呀，这个没用，战斗人口差太远。嗯。好了，我们就等待着瓦本最后一击了。对，攻防也是瓦本三攻在提。刚才打的时候，你看基哥两攻都忘记升了。嗯，瓦本也是个两攻的这个优势。还是实力差距带来的，就是整个发挥上压力太大了，对，导致技术容易变形，对吧？对。你想一下，如果这瓦本换成我，基哥绝对不会有这么多受迫性失误。废话。我举个例子嘛，换成你打不成这个局面。哎呀，这骚的所有东西也没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面又被绕了一波兵，他左边完全没有做视野。哎呦，这个兵种数量已经完全不成正比了。咱们现在回救，哦，基哥回救，点还可以，回救没用啊，打不过我那么多叉，因为假的、啊、这波叉。阿本还操作了一下自己的叉子，不让你白球摸。哎呦，机器了，机器了。打完之后还是感受到差距了。机器3-0、嗯。恭喜一下阿本啊，毫无悬念。阿本毕竟也是现在韩国最顶尖的神职选手。对。不管怎么样，这个硬实力肯定是有差距的。完全没什么压力打完、嗯、三场比赛我觉得也给基哥好好上了一课，就是 PVP 的对抗在就是实力有差距的情况下，嗯，你到底应该怎么去拼这个比赛，就是基哥的比赛我们说的嘛，放了大招也想过要拼，但是还不够彻底，还没有把自己抛出去，关键是看能不能想明白吧。他的风格不是那种、嗯、就是从他出道以来他的风格都不是那种就是把自己抛出去的风格、嗯、然后一旦打到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生死局，或者你比别人弱很多的情况下、嗯、你要去打很难第一时间转变风格。如果你说这场比赛是 Hass 来打，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就是他够拼，风格问题，我觉得他够拼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对吧，你让 Bly 来打，我觉得打巴本也有机会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对，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说，我希望基哥能就在外战的一些经验上吧，有一些积累，就是说他可能打国内比赛他正常打能打得赢，对啊，甚至拿冠军，但是你打一些国外选手实力比你强的，我觉得正常打肯定是机会不大的。对，大家肯定实力有差距了，所以一上来我们对基哥也并不是特别看好，觉得能够拿下一个小分就不错了。嗯啊，最后打下来的话也是没有如我们所愿，对，一个小分都没拿到，这个也算正常发挥吧。就没有给我们惊喜吧。对对对对对对，3-0的比分也是虽然挺血淋淋的，但是也没办法的事情。哎呀，你大不了我们再把要求放低一点，就好歹这样顶级比赛还能看到中国选手。不那一定能看到的，怎么都能看到的啊。就主要我觉得还是风格实力都有差距，对对吧，这个东西对于中国选手来说要努力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基哥肯定不能满足于就是在国内拿比赛冠军，而且就是说这个比赛其实真正打完了也就打完了，毕竟你如果想要去提高，你没必要一上来就我说我要赢巴本这种高度。其实最重要的嗯是过去跟这些选手混，就特别是帮欧美选手，嗯，过去先混成一堆，韩国选手也混成一堆，至少别人知道你是谁，下次你去找别人对吧，混很简单的啊，请客就可以了，这个全世界通用的。对呀、啊，你就是过去，对不对？各种大哥先拜起来。对啊。然后各种。他们反正这个比赛场地那边是就那边也满了。是这样的，就大家先混成一、或打成一团，然后的话叫你才。就最后打情怀情章了。对啊，然后大家才有可能在一起练习嘛。你看李培南现在不就干这个事儿吗？对，就也交流嘛，交流提高嘛，说白了。对，你去加到别人的什么神组讨论群里面去、嗯，然后别人平时跟你多交流交流，可能你就会有提高的一个办法。那接下来的比赛就是 Hassel 登场了 ，Hassel 对阵 Major， 这场又是复仇之战。Major 在上次打得很憋屈，打的赛斯很憋屈、嗯，这次我看看 Major 能不能够翻 Hassel， 就是报仇吧。嗯，那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今天的第四场比赛。
The ascended man, in every culture, powerful impulse. So, 제가 한국에서는 또 전 세계 1등이라고 팬분들도 자부하고 저도 오늘 전 세계 1등의 게임 실력을 보여드리겠습니다. 马蒂亚，哎呦，他这个非常细腻，还坦克舔闪电。对，哎呀，这个表情感觉很优美劲呐。雷车甩尾。是啊，这个雷车想用狗来解决，大量非常漂亮的皮件，能进去啊，但是没什么用啊！天哪，而且这一排人都进去。哇，这把早死的，影飞沙飞龙。这里快退啊！ 行了，拿奖金了。传说中的披剑，GG，恭喜教主。嗯，教主这个表情啊，电台病又发作了的样子。저 같은 경우는 항상 스타크래프트 프로게임을 오래 해왔고 너무나 고맙기도 하고 진짜 너무 좋아했던 게임이기 때문에 지금도 하고 있고 근데 이게 사실 리마스터로 나온다고 했을 때 너무 기뻤고요. 저도 하나의 팬이라서 스타크래프트에 너무 그냥 감정도 막 북받치고 너무 좋았습니다. 모든 사람들이 약간 그런 얘기를 많이 해요. 학창 시절의 추억이라는 얘기를 많이 하기 때문에 학창 시절의 추억이자 뭐 그런 거죠. 정말 남들이 그냥 没有消耗掉啊，打得太少了，叔叔。还有点，有点了，得了他吗？不行了，我靠，为什么这赵狗是为了补给宝啊？GG，恭喜教主3-0。 进化，加油！龙刃准备出鞘了。 超巨型超机械、超重力、超凶恶、超能量，这就叫超超掉一切！超巨型机械新时代！砰砰博士，快来砰砰博士的实验室大显身手，一起炸通新时代！砰砰博士对割伤、炸伤或肢体残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未经许可擅闯实验室者将被拖出去爆炸5分钟，快来报名吧！ 生生不息的仇恨，一再破裂的盟约，我们为分享这世界付出了太多，已经忘了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强大。密集队形，整体推进。 洛丹伦是我们的，陛下，他已经走投无路了。继续看。
想来吗？守望先锋免费试玩现已开启，这是星际争霸二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动，免费游戏。梦想过率领自己的军队跨越星际去执行任务吗？那就从星际争霸二的单人战役模式开始吧，你可以免费畅玩自由之翼战役，该模式适合即时战略游戏新手。对决模式是即时战略游戏的核心玩法，从三个种族中选择一个，无畏的人类，贪婪的异虫，高贵的心灵，打造自己的大军，展现战略头脑，迈向胜利。所有的对决模式都完全免费，你通过玩游戏就可以解锁天梯的资格。合作指挥官任务，扮演星际争霸的知名角色，发挥你所选择的指挥官的特长，使用独特技能，令敌人灰飞烟灭吧。所有指挥官都可以免费升到五级，其中 Rainer、Kerrigan、Atanas 三位指挥官没有升级限制。现在是新玩家加入星际争霸二和老玩家回归的最佳时机，因为星际争霸二已经免费。我们对《星际争霸二》的崭新篇章充满期待，祝大家好运！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是最后一场比赛了，也是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对，今天一共会带来四个 BO5 的比赛，然后明天也是四个 BO5。对，然后后天是四进八进四和四进，一共打四天。对，八进和四和四进二，然后最后一天是团队赛，先打一个，就是八打八团队赛，然后打完之后的话会进行决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赛程，反正一共会打到周日，这次的比赛，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先打的团队赛，然后再打，对，然后打了一个个人赛，这次是调整的，先把个赛打到中间，然后打一个团队赛，最后我再打一场团队赛，有一点表演赛的性质了，哎，对，就是大家。分组切磋对抗，对吧？就这种感觉。那接下来的比赛的话，又是一场非韩选手之间的对抗啊，来自于中国台湾的 Hass 要对阵来自于墨西哥的 Major。对，这场比赛其实对于 Hass 来说的话，我觉得能不能保持这个 WCS 的势头还是很重要的。对，他毕竟也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这个分站赛是拿了亚军的。对，瓦伦西亚站上面拿到了亚军，这个很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吧，就没有人想到 Hass 能够。直接杀入决赛，对，而且有如神助啊！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各种三比二，这赢的都是猛男。他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是猛男了，小组赛他分到了梅吉尔和伊拉兹，然后他两个二比零出现了，对，当时我估计梅吉尔已经被打懵逼了，就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对，然后后面是三比二赢了 Showtime， 然后三比二赢了，是赢了谁来着？
反正就是两个3-2的，好像又赢了一遍 Major 还是谁的，我也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也是一路都是打的都是硬仗，打得很惊险，对，但是打的都是硬仗，然后最后他是拿到了这个最后决赛。决赛的话，其实我看了，跟 Zero 的6场比赛一共是，应该是、还赢的是那个 Nature 吧。赢了 Nature 对吧？ Nature, 对、我记得他打 Zero 的几场比赛的话，说实话，有几场如果发挥稍微好一点，有一场很可惜，有一场很有机会能拿下，有一场暴凤凰那场，对，在黑暗神庙上面，差一点就赢了。我觉得他其实都有机会，对，所以他的那一套打下来的话，其实让很多的现在的选手都是不是很适应。是这样的，就他放大招归放大招，就在他的世界里，他这个大招是合理的，就是说。那有他的一套逻辑。对，我一直跟大家说，《星际争霸》这个游戏不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像韩国选手一样，比如说几个农民造什么，然后造什么兵，怎么压制这个游戏才应该这么玩。《星际争霸》这个游戏没有应该怎么玩和不应该怎么玩，能赢就行了。只是这样的，是有一套，它是一个逻辑推理的游戏，就是说我这个时候造下什么兵，然后别人会怎么打，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应变，然后最后逻辑推理出来，这个是通的，就是对的。对。没有说今天我一定，对吧？我要三兵压制，要怎么样的？我修地堡也行，对，我瞎搞也行，我怎么样弄也行，只要在我的世界里这个逻辑是通的，就行了。但是在对方的世界里，可能逻辑是不通的。但是防不住啊，万一对吧？哎，防不住你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其实还挺神奇的，就不是说一定要有套路。就你意思就是说，什么武术大家除了咏春、少林这种，还有什么就？拍砖头撒石灰，对呀、就这也是一门，谁说这不是武术呢，也是一个一派了，对、踩脚趾也有道理，插眼锁喉，对啊，石灰粉扔砖头，对啊，猴子偷桃，这有招式的，也有名字的呀，说了也没错，对，你只要能够击倒对方就行了嘛，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搏击的 真谛是击倒对方，对，最快的时间内一击致命， 对吧，但是不是说击倒对方最好的办法是用手枪吗？用手枪，用手枪也不一样的。就人家以前手枪绝对是数的背靠背啊，走10步，然后如果是孙一峰这种上去，就上走到5步的时候就已经在你背后举枪了，好不好？不，他第一步就去了，一二三已经转身打了。对啊，我管你呢，都把你干掉。在孙一峰的世界里是这样的，他永远想的是。他永远想的是这个，就是别人可能在没走就已经开枪了，他必须要抢在别人前面。对，好，这边我们来看出生点位啊，狗起来了呀！对，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 Hass 啊，而这个蓝色的就来自于墨西哥的 Major， 上来就是野 VS 直接脸上野。这套战术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啊，这个点位是看不到的，直接野 VS 脸上野。好，第二个过来做个样子，古尔丹，为什么会有这种邪恶力量呢？哎呀，看到了，梅姐儿也不傻，你天天都在这个位置，把酒病成医好不好？不，你天天都在这个位置防 VS， 我傻吗？哦、柯玉峰 ，Pass 加油，对，有还比心，我放根水晶，你慌不慌？你要去解决吧。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还放了第二根水晶呢？不，真的，我觉得哈斯的比赛就看的也很爽，是吧？这样的，在当今这个机械化、工业化的星际争霸的世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啊！你不觉得现在的星际争霸打得很就感觉很有人情味儿，是吧？你不觉得打得很工业化吗？对，就大家就反正都是一颗螺丝钉。对，就所有的打法都按部就班的，用最合理的、最好的这个方式，大家在走流程，你就觉得特别没劲。对，但是你看哈斯的比赛，哎，充满了人情味。对，哎，就很有想法。就是哈斯的比赛，观众爽，他自己爽，解说也很爽，可能唯一不爽的就是他的对手。很爽啊！哎呀。他带个能力，你看中土刀，哎，没奖上来，打不来了。上来以为抓了你那个水晶，我已经赢了，你知道吗？又打不来了。真的，我觉得现在，包括足球也是这样的，足球、篮球也是这样的。就现在他们，就大家都在摆大巴，然后就越来越工业化了，就踢的。你不觉得这次世界杯踢的也很功利吗？就很，基本上都是靠定位球进球，打得很工业化。然后
反而是那些打得有特点的球队你还很喜欢。就也就是说哈斯就相当于是星际的冰岛队了，就你一定要打得有特点，就竞技体育你们如果没有特点那是不好的。这个是看的，这怎么感觉是那个连爆数起手式了，但他没范围炸了。哎呦，可以可以，这个雷梅吉尔还是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还行还行，这个先是炸掉，我觉得梅吉尔可以稳下来了。稳下来，让你知道什么叫拼子。他去偏地雷，对，人家这些小操作其实哈斯做的也挺不错的，挺好的。他这么说，嗯，他能这么打，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操作还可以。对，不是今天你想的，就是他瞎打在了。嗯，他是通过自己的操作压制，然后保让你技术变形。好了，这个 Major 已经开始摆大巴了，就不出门。你来，尤总。哎呦，这个虚空还挺发哦，有导弹车，那还好。我点电池的呀，但家里面好像去了个围巾，这个围巾要断哈斯的经济的。哎呦，这怎么办？经济被断了。刷了一个队打托农民，打呀，托农民上呀，只能托农民上了。围巾落地不如鸡，这句话你没听过吗？谁告诉你他现在的围巾很厉害，好不好？也就打这种，对我们虫族来说，你不觉得还是鸡吗？围巾下来打狗也很厉害的，好不好？好了，正面已经来了，拼一枪，这不是他当时打马入的那招吗？他赢过马入的。对啊，就靠这招赢的呀。打了马入。就很郁闷，我不管，我就要拼。这哈斯有一点，就是说他放大招，就看似天马行空，但是他肯定是研究过的，有自己的理解。对，他绝对是研究过的，包括他电池放的这些位置啊，这些都想过的。但是现在没就这样放的话，应该是打不进去了。好，又来两个，你怎么办？经济崩了，感觉没什么机会了。无所谓的，爽也爽到了。梅吉尔前段时间不是输了那个 WCS 之后嘛，嗯，因为他老跟泰姆一起讨论比赛，啊，然后他就是想通了应该怎么打这个汉斯，怎么打？就他说他，反正就是泰姆的说法就是说，梅吉尔教了他一些东西，然后打汉斯这样的选手的话就会比较稳，嗯，就一些细节，就是有些细节，包括开局上的一些细节和想法。啊，从这一盘来看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就包括侦查上面，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到位了。嗯，说实话，关键是都知道你不会正常打。我觉得汉斯现在差的就是正常打的力一下。不，他要能这样，他就已经是一代宗师了。对，如果他又会玩这些东西，又会正常打，又跟吕布一样猛，那还玩毛啊？其他人？不，他只需要正常打，有狗哥的实力。不，你就看吧，那些什么什么叶问、李小龙这种。谁会放这种石灰粉吧？真正的大家是不会用这些东西的。是没有到关键时刻。反过，关键时刻说不定他们也会，就打不过的时候了。打不过的时候，说不定也会插眼走。也没错。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只是他到现在为止没用过。抓头发，对吧？抓头发肯定会的，我觉得。这边各种拉扯，其实我觉得哈斯的风格是主要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这个节奏啊，嗯，打乱。对，哎，你从未见过这些战术。对，这一招不就是棋魂里面的第一手天元吗？第一手天元都出来了。对啊，哎，我上来是不是就这样甩一手第一手天元，然后我们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对星际的触觉。星际的触觉，比的是天，就大家都 是大家都是寒中了，就看谁的嗅觉更灵敏了。对啊，我们比的是对这个游戏的一些理解了，啊，而并不是说今天我们两个套路走的有多少。也是，对吧？如果真是说的比较好听一点，说的比较高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我先把你拖到跟我同一个层面，然后再利用我丰富的经验击败你，对啊，俗称打智力。好嘞，这个三个虚空，哎，但又出了不朽，这个破口还不一定能破得掉。刚才
他以为对方兵全部回去了。对，你看左边的门口还有，这些真的是想过了，你发现没有？对。哎呀，这不会是大招爷爷啊？除了杀尸灰粉踢裆，我还会咬耳朵，想不到吧？好了，围巾来了，强镜头。别围巾，这个充了能量还有点凶的。下面还有一波机枪啊。换不换得很伤啊，这样打不过，打不过，这围巾落地你还真打不过。他只有一个兵，下面还有好歹有个电池还行，加一下。没能量啦，打落地干嘛？我三个还是可以给你打的呀，你不要搞得跟真的一样。正面还是没破口、啊、这围巾只是说，哎，我告诉你，现在 special 也不好受啊，他单矿他要干了砸矿炉的好不好？也是啊，你觉得他好受吗？他也不好受的呀。坦克来了呀，干嘛？但他现在可以拖，他要找机会看不朽有没有机会，他就没视野。好，开个视野。对，跟他我电池来嘛。你也不敢架，你这个坦克架很容易被不朽点。对，三个不朽。哎呀，这个难受了。哎，反应还是蛮快的。哎呦，米尔这个太聪明了，这一下这个解放者是直接断了哈斯金斯的。哎，他追猎呢？追猎到正面来了是吧？追猎到正面了，他本来想正面怼一波了。这怎么办？这个还他不管了吗？是家里还没刷追猎。好，再投。没叫虽然赢了，但是我感觉也很屈辱。这种比赛就是这样的，我跟跟泰斯赢了也很不爽是吧？很不爽的呀，你自己打过天梯的，哎，要是一个神族上来就在你脸上拍七个，拍个兵营，然后拍一堆电池就给你打一波，然后你守住了，你赢了，又怎样呢？你说的也是，你是不是很难受？也是啊。好了，再投。我就永远搞你家里面经济就好了。哎呀，砸矿炉，这个是要修一下，对。这还是不会给你修的机会啊。就点那个，点把导弹车点了。其实这个在圈外面倒无所谓。但哈斯就十一个农民了。对，经济太伤了。关键人家待会儿可以飞基地呀、啊。他上去拼一枪，拼坦克了。这没办法，有雷啊。我觉得没劲儿，就算如果三比零赢了，然后盘盘都这样的话，就也很难受。很不爽。好了，出门了。好，机场隔一下，但后面三个坦克位置架得非常好。都是机枪啊，你不朽打不动。他运上去秒坦克，现在。哎呀，这根水晶掉了，掉了两颗电池，直接上去秒坦克，但哎，但机枪下来了。点。这种操作正面，但这个机枪怎么办？问题是，哎呀，坠机了，打不过了，打不过了。刚才如果把这三个坦克打了，就已经点。然后我觉得也不一定能赢，但是有希望。打了立场隔好一点，没劲儿也没钱了，好吗？你看没劲儿这个钱，长得多慢，没钱呢。打了真有机会赢。现在只有应该是只有两个矿脉吧。你想想刚才如果打那个立场再隔一下再吃你一波机枪，这你永远下不来了，然后那个冷静再飞回来把两个不朽撞，现在也有机会啊，现在机会不大的。哎呦，又来一个坦克，完了机会不大的，主要是家里面没什么嘛，点掉，但这个冷静要送掉，机会不大，冷静又掉了。哈斯也没也快也没那个了，也没什么收入，但你看哈斯他思路也很清晰，我也不普农民了，反正就单矿打到底了。对呀、啊，对吧？我这样踩踩环保一点。他现在少一个叮当，开视野。好了，没叫强行出门了。变卖家产开始。好不爽啊！哎，风！哎呦，不要被封一半哦！哎呦，漂亮，这波封的。装。那电池要被打掉了。没叫拖农民了，没钱了，拖农民了。最后一枪。但我打不过呀，我觉得。他是除非神力场，好运个坦克下来，完美。打不过呀，这个
输了啊，这没什么解决不了你这个部队，也就打坦克快一点，主要解决不了农民呢。为什么打这么焦灼吧？人口打了13分钟没上100。哎，我说真的，我还真没在这种就高水平比赛看过这样的局面。对呀、啊，哈斯的比赛永远都这样的呀。要赢的也很不爽的呀。打不过这个枪兵，你没有东西能杀的。你现在就想一想，哈斯这种，就是这种比赛打完就是。哈斯打完了，笑嘻嘻的在电脑，气不气？爽不爽？没点发型又开始要乱了。一凡打完就很不爽，让脸就很不爽。现在只能强装镇定了。平时打比赛，这种线下比赛赢了还好。嗯，就如果是天地上这样被搞一盘，你就想想现在你对面那个电脑前那个人在这里嘻嘻的，就嘻嘻嘻的笑，就在阴暗的。房间里，然后就嘻嘻笑，哈哈哈，打得真开心。然后你想，你这个人都，你现在是什么心情？要爆炸了，好不好？快乐心机，这就是挺好的呀。把心作为一个对抗性的游戏，就是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说的没错，对不啦？这是竞技，好不好？这是比赛。我赢了还算，要输了才气炸。那输了就不用说了呀。就跟那个张子瑜是一样的，掏出先知戳起来，我管你你赢的又怎么样嘛，赢的你也很不爽的，被他戳的要死。好，看第二场比赛，地图是强酸工厂，看哈斯怎么来啊。哈斯的真的是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很期待。不要慌，看快狗派还是慢狗派啊。好，我们来看看哈斯啊，这边是没整，他怎么这个腮帮子还长毛的？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 Hass。JT Hass， 来看看这场比赛。哎，他是加盟了那个 J Team 吗？他最近还是去了一个队啊。刚才我好像看他下面那个是。这个是他加盟那个 JTeam 就是那个呀，周杰伦的战队啊。嗯，啊，真的假的？对啊，果然出了成绩就不一样。对啊，出了成绩直接加了个周董的战队。来看看这盘他怎么打，先做个建筑学。慢狗开，但是农民已经出去了，这要野什么呀？看看他有什么创意吧。对，这就是哈斯的魅力，哪怕他现在是正常的一个开局，你都觉得不同寻常。对，美甲现在也很慌，好吧？最近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其实星之霸这边的，就是那种战队啊，又开始慢慢有点复苏了。像嘎姐他们那个战队解散之后，马上就找到新的战队。欧洲那个，对啊，那个也是他们很早之前做星际的，对啊，最近又是回来了。对，包括那个 Major 也是在南美洲找到一支。就是在他们拉丁美洲地区找到一支拉丁美洲的战队，然后这支战队他们也是有其他的那些像撸啊撸啊、像绝地求生啊这些项目的俱乐部，就是还是很成熟的俱乐部，不是说找了个野鸡俱乐部，就是别人在当地可能也是很成熟的俱乐部，就相当于是墨西哥的 SC Boy 战队了。不，肯定比我们成熟多了，我们是瞎搞的啊。对，最近 Time 也是要加盟一支新的战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透露给大家是哪一支，反正也是一支著名战队。对对对，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战队， Time 也是最近要加盟，主要先跟他们吹了一波，你知道吗？不，哎，跟你有关系的战队也就那几个了。没有，国内所有战队都跟我有关系。我说关系好的吗？关系都还挺好的。这个坑你不跳是吧？我那天我跟他吃饭，你知道吗？跟他们吃饭，吃了一波，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吹，你知道吗？我
我就跟他们吹这个星际，嗯，他们跟我说，哎，星际现在比赛成熟不成熟啊？这个比赛环境，我说很成熟啊，每年四个站，嗯，对不对？就跟那个 DOTA 是一样的，就那种没劲啊这些。我们这边也有个 WCS 是四个站，嗯，然后你就把它想成网球四大网球公开赛，然后打积分的，打到积分最后厉害了，我们还有一个全最后一个 BlizzCon 的一个这个叫做年终总决赛，对不对？奖金也是几十万美金的。哎，我发现你忽悠技术还是挺厉害的。对啊，反正说了一堆，然后前两天不是他们说哦还挺厉害的，他们就第一反应是挺厉害的，然后就没说话了。估计心里面在想了想，嗯，然后过了两天不是，哎，最近不是那个各种官媒不是在推那个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嘛 ，NESO 嘛，不是里面也有星际嘛，星际奖金还挺高的嘛，在里面，然后他们跑过来，我说呀，国家也在扶持这个比赛啊，干嘛？我说星际干每年都有点主力项目，好不好？就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就入坑，赶紧入坑，现在还来得及的感觉。然后他。最后问了我一句，哎，国内选手现在待遇怎么样啊？嗯，哎，我不高的，不高的，不高的，你给个万把块钱就好了。不是，相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这种做撸啊撸啊做那种什么多大的，相对来说嘛，就他们一听啊，那么便宜啊，他说那国内选手强不强？我有个叫泰姆的还可以，最近老拿冠军，挺强的。他们说好弄弄弄弄弄，他们就开始弄了，你知道吗？不就这么来的吗？哎，你们不要再猜了，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这个战队用中文念就两个字。不，过几天他们会宣布的嘛，但是还没，因为合同没签，等他们合同签完了会官宣的这个东西。我已经提示的很清楚了，你们自己去猜吧。他们合同签完了再说吧。嗯。好，这边凤凰继续骚啊！看似这盘选择的是爆凤凰的战术，好，这边直接打一个凤凰转多兵赢一波，可以的呀。这是什么战术啊？他又放 VB 了。VB 是要出什么呀？哎呦，还在各种嫖。他出巨像吗？这不埃及绝学吗？凤凰巨像，然后再三开，他而且是偏补了一个多兵影。没有，这个被搞得很烦。看他正常打，他也会打。对啊，这凤凰给的压力其实还挺大的。就是 Hass 这个选手，现在他说他还不能打到6600，那也不是说乱说的。对啊，他真的能打到6600。他们各种说什么曼联、皇马、巴萨，国内战队嘛，对不对？你慢慢猜嘛，什么？权健啊，恒大呀，说到就是什么湖人、骑士的出来，两个字的嘛，对吧？这边震撼弹出门带，但这个凤凰陪着你，你很难受，很难受，主要是有可能。这个我觉得就是。落单可能就被占便宜，真的，他这个凤凰巨像我觉得用的挺好的，对吧？他这个凤凰就粘得很紧。啊，这波过来其实也没多少兵，你发现没？真的也没多少兵。这一波因为还是先补的兵，对，你这波如果打不赢，凤凰一流全倒。部队人口，哎，双线不错哦。我有没有？但是有凤凰回救，回救，回救。正面，没事没事，凤凰够多，还轻伤就完了，就完了。正面，哎哎哎哎哎哎哎！兄弟们，他放了？这不伊利附体吗？这个怎么放了？他为什么这么虚嘛？他有立场的呀。他可能有点高估这个
这么多兵啊，这种东西 A 过去就赢了呀，他有点高估没劲了吧，惊弓之鸟。哎呦，这个真的高估没劲了。对，哎呦这两波，哎，这些地方就是哈斯我觉得打得不好的地方，就没判断清楚。你如果换个韩国选手，我相信是两边全吃，然后反手一打没劲就死了。好了，现在没脚自己三开了，哎，这很伤啊！现在他经济很不好，因为他先补的兵在三开的。对啊，其实先补兵在三开就是三 GD 不可能掉的。不过哈斯还也有机会，也凤凰续起来之后也有机会，肯定还是厚度还是有的。对，怎么说？还那个问题啊，那待会儿他现在这个兵刷了就没用了，没经济。对。没准现在就两个运输机啊。这一波交战，哈斯人口也不落后啊。有点凤凰，他只要这是干嘛？这什么意思啊？就两国互通来使了。不，也没有通四个的说法了吧？没准估计当时也吓了一跳，这什么情况？说好的互通来使，怎么跑了一个回来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了。发现上去死了三个兄弟，赶紧跑。我回来了。他们斩了我。我回来他们斩了我。好了，来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你还敢杀我来使、哎、三个巨象还是有点凶的。我让你杀我来使。哈斯需要一个开战的理由你知道吗？首先进攻，本来没想 A 你一波的，但是你杀了我三个农民、啊、忍不住了。来了来了来了，首先要让自己。他为什么在出 ghost？ 他是不是不知道对方有巨象啊？他出 ghost 什么、啊、他知道，他刚才雷达看到了。对啊，他看到了出 ghost。他是以为哈斯在转闪电、啊。哎，有可能吧。好、啊，锁一个、两个、三个，漂亮！哎呦，这个厉害了。但也还行，因为凤凰在跟这个立场继续隔，正面巨象伤死完了。哎，这个哎，立场有没有？立场隔一下呀、啊？他在干嘛？他现在跑家里面打穿，但别不要你走了呀！没能量了，立场。哎呦，这三个巨象全倒，还是哎，这个锁定锁得太好了。那还要哈斯，他哎，他可能没想到对方渡压。我觉得是，就他正常打也能打，但是你看，就是但有差距，有差距。正常打有一些决策啊、判断这些东西还是有差距的，还是不适合他。就是比赛一旦超过十分钟，算了呀，就画风逐渐黑暗起来就可以了。不要搞实力了。对啊，做什么光明神族嘛？你打实力有点打，你本来就来自地狱的使者。你看这，你看这张脸逐渐要黑化了。对啊，没劲儿，你不要开心。他是默念了两个，默念了两个词，黑暗，黑暗。你不要开心，接下来给你带来的才是地狱磨练。两个鸡蛋往脸上往眼睛上一插了，没劲儿，表情其实有点慌。他在搞什么鬼？不知道为什么正常打了，不知道第三场会不会用出黑化的战术。对，要乱来了。真的呀，你作为一个地狱来的人，你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天使呢？好了，第三张图失而复得。这张图好像站出来挺多的，舍尔福德。嗯。2-0啦！要说汉斯下巴也挺长的。废话，他打神族的，他都能打出那么奇妙的战术了。嗯。他下巴怎么可能不长？神族玩的好的下巴都很长。不是下巴长的才能玩神的。嗯。下巴短的就这个种族就不配。你想想哪个打神族打得好的下巴不长？小 hero 长不长 ？Zest 长不长？哎，也挺长的 ，Zest 的还好呀、啊。所以他现在那么菜、啊，还有道理啊！摸不到神族的精髓。Classic 长不长？八本长不长？对，八本主要是你们看他现在长，他以前整过的。对呀、啊，以前他斩断的卡拉好不好？他整之前，他是泽拉图。好，这边红色的就是来自中国台北的 Hess，
而上方蓝色的人柱选手就是墨西哥的 Major， 你看 J Team 了，现在就是 WCS 出了成绩，马上回去就签了那个周杰伦的战队。哎，是这样，你选手职业选手就是靠成绩说话的。对，台湾地区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职业战队挺多的，你还记得吗？当时他们有那个TISPA， 他们还有这个联盟的，就 TISPA 嘛。对啊，他们这个联盟的时候，那个那个时候有联赛的。好了，兄弟宝喽！哎呦，兄弟宝喽！好了呀，黑暗战士，我就是哈斯。兄弟宝喽，我修了一辈子的地堡，没劲儿，你觉得你防得住吗？为什么要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要多点钱。没劲，好气啊！这个，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只操作上面的，上面那个农民别打不掉呀！赶紧拍个水晶，开个视野。哎，没敢拍。哎，我告诉你，没视野很尴尬。家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农民吧？但是在堵口了。哎走远了，走远了，走远了，走远了。没劲儿，看得出来，打哈斯绝对是有备而来的。这张图都想过要被修地堡，第一时间农民就拖出来了。还是就是说，就知道你怎么打了吧。不，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觉得。非韩的选手包括韩国的选手都不把 Hats 当回事儿的、啊、你不就个大招男吗，管你干嘛呢，就不会。自从 WCS 他出成绩了、嗯、他拿了亚军呢，就像 Mana 不是拿了一次亚军吗，对，你看马上就被暴打一个，有个原因就是别人会针对你了、嗯、会研究你，这个是最重要的、嗯、不是说常规不是有一个小本本吗，欧洲选手肯定都有、嗯、常规一直有个小本本会把你的战术风格把你的 replay 都存进去，嗯，然后就等着那个就一个 pad 嘛，他在存到 pad 里面，就平时打比赛前会翻一翻，看看你是弹幅多少分啊、什么战术风格，喜欢怎么打、嗯、这些都会看一遍，挺好的呀。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的呀，不，这个态度就很值得尊敬。对呀、啊、上次不是、这个、是一个上次我不跟大家讲过嘛，就 WSG 的时候他不是就拿过来了嘛，就还莫名其妙把喷宗的也写上去了，就然后喷宗过去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这个什么 Gold 什么 Gold 什么什么 Man， 对吧 ？Gold Madman 是吧？对啊，什么 Gold 什么 Man， 然后没听过对吧？常威说：“哎呦！”然后赶紧就去把它写到了本子上，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分钟走了，他就去查那个分钟的分数，然后查出来五千，不是，他是开始翻那个宗师组，他说他是宗韩宗，我叫 Gold 什么什么 Man， 我韩宗，然后怎么样。然后常威就把他写进了小本本，先把这个 ID 写进小本本，然后知道了，然后走了，然后常威就开始翻那个韩服天梯，嗯，第一页前一百翻完了也没找到，然后再翻后面翻到一个5400分，然后常威默默就把这个 ID 删了，这一页撕掉。没有，我觉得他们很好忽悠的呀，我也忽悠过 Duck 的呀，对吧？我跟他说我在中国被称为中国 Duck， 那他也信了呀。是啊，然后他。你告诉他 ID， 他去查一下韩服天梯。他没告诉他，我比喷宗聪明多了，好不好？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ID 啊？对吧？我就跟他说，你记住我的名号就可以了。我是条码人。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中国大可。你不是解冻吗？没解冻，这种就过气了呢。太蠢了，好不好？他心机眼。我承认他心机有点什么，他心劲儿还有点实力啊！你不要，直接直接三比零，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就前面修地堡失败之后想拼一枪，但没劲儿没给他任何机会。对，没劲儿又穿鞋了。好，穿完鞋就过去握手。哎，对啊，太了解他们。穿完鞋真的呀？搓一搓，握个手。哎，他不握手吗？不，就这种比赛打赢，你觉得握手？
这种比赛打赢是不想去握手的。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比赛三场比赛打下来的话，说实话 Major 的确是准备过了。对，就明显感觉我们一直在说哈斯在蒙特利尔很难再有那么神奇的表现，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出了成绩之后，现在的飞韩的选手们都会不说特别针对你嘛，至少会研究你。像这种什么提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公布对阵的比赛，那梅杰尔肯定是把哈斯的所有的战术套路基本上都摸透了，该怎么打都想通了。是的，所以你哈斯放的这几套战术，包括我们看到第一盘那个在那个叫什么图上面，第一张逐梦之地，逐梦之地上来放那个野 VS， 没叫第一时间就探了野 VS， 然后我们看到是后面的那个，包括后面他怎么去搞你这个经济，对对对对，他都是想过的。好，这边 Major 3-0啊，也是进入到了8-4，要对阵八本。这场比赛其实对八本来说未必好打，因为去年在八本最鼎盛最巅峰的时候，还在 BlizzardCon 就是被 Major 斩落马下的。去年 BlizzardCon 上来 Major 就把他干了。对对对对，你也是，你还记得第一个冷门嘛？那几个走地雷，走的八本都想死了。对，明天的比赛我们看到重头戏啊。对，那个 Sarah 包括那个男人王者终于要上来了。你看明天是白门楼还是虎牢关了？对，其实后面两个比赛你看都很精彩。我跟你说，其实 Sarah 在下半局啊，只要爆发，就有可能进决赛，就都是鸡了。不是，真的有可能进决赛。下半区都是猛男，好吧？什么 Rogue？ 我的意思就是 ，Sero 是这样的，他打 Kalazor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对。然后只要过来，不论是 Rogue 跟卫星过来，都未必能赢。而且我觉得好像，Sero 真的没有在什么正式比赛中跟韩国顶尖选手交过手。交过啊。谁嘛？啊？谁嘛？都交过呀 ，IEM 上面什么 Rogue？ 很少，我觉得。交过的 IEM 世界总决赛啊。小组赛他第一个全胜出现，里面有什么 Zest， 有 Rogue， 还有什么八本，就是然后他最后是在半决赛里面输给 Classic， 被 Classic 针对到死3-0，你还记得吗？然后他回到 WSG 直接又3-2赢了 Classic，就是说 Sero 这个选手呢，就是他如果是正常打，发挥出自己实力，其实跟韩国顶级选手是没有区别的。对，所以韩国顶级选手，我说无论是卫星和或者是那个腿都在抖，是吧？进八强打他都未必能赢。然后再下来，你看大可上来，或者是什么逆步上来 ，Classic 上来，那又怎样呢？反正都不好说，都不一定好说。所以说，我觉得 Sero 在这个小组里面，他只要不是说上来就碰马柱，他都有机会进决赛。进决赛打马柱，那的确可能是个3-7-2-8。而且我今天我是看了一下那个基哥的微博嘛，他说了，今天不是没有 Sero 比赛嘛，他还是在那个后台练习的。那肯定的，肯定的。Sero 在韩服，我们不是看过吗？上次来韩国练了一个月，随便打打就6900了，所以这个实力是很强的。明天的比赛是重头戏了，包括大家喜欢的大可、逆步、Sero， 包括卫星，对吧？嘎姐、Classic 全部要登场。对。所以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依旧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解锁。是的。对阵世界全明星的比赛。一共连续4天的一个比赛。对，连续4天都是下午2点钟开始，所以喜欢星际争霸、喜欢这个世界全明星的比赛啊，大家都可以到就下午2点钟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比赛了。那今天的转播我们也就到此结束了，各位观众，拜拜。拜拜。We must work. Unity. Strength. The ascended man. In every culture. Powerful impulse. So, 제가 한국에서는 또 전 세계 1등이라고 팬분들도 자부하고 저도오늘전세계1등의게임실력을보여드리겠습니다저四把电打完降落伤的非常细腻，还坦克上点闪电。对，哎呀，这个表情感觉很意犹未尽的。雷车甩尾。是啊，这个雷车想用狗来解决。哇，非常漂亮的皮剑，能进去，能进去。但是没什么用啊！天哪，而且这一排着队进去。哇，这把找死的。影飞沙飞龙，这里快退啊！行了，拿小金了。传说中的劈剑，GG，恭喜教主。教主这个表情啊，电台。